学们，今天早上我们的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讲老师。今天的主讲老师是王立华老师，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原总参宣传部副部长、研究员，也是著名的红色管理教授。王立华大校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曾在多种场合进行许多演讲，给听众展示了一个真实而伟大的毛泽东主席。王立华大校十分关心青年们的成长，曾在大学中进行多次演讲，通过讲述历史和现实，让青年们领悟到伟人精神，开始承担起历史的使命。那么今天王立华老师呢，给我们带来的报告题目是我们的道路与信仰。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王立华老师给我们做报告。亲爱的同学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与大家就信仰问题做个交流。这个我来到昨天下午到的，任志刚老师正在讲课，我看见大家反应是很强烈的，同时呢我也看见大家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其实西柏坡的时候啊，我们这支军队已经不穿红军衣服了，是人民解放军穿。为什么？那时候已经摧枯拉朽，打三大战役，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开始主动的寻求战略决战，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军。但是这支军队它的老底子是什么呢？红军，工农红军。穿红军的衣服的时候是在井冈山、在瑞金、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刚到延安的时候在瓦窑铺。其实到了延安之后，紧接着西安事变一发生，我军就改成中国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的第八路军，就穿的是国民党的衣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呢，跟这个国民党的衣服差不多。为什么？我们没有独立的那种后勤保障系统，差不多，只是有些服饰不大一样了，也服饰不大一样了。但是呢，不管怎么变，穿什么衣服，这支军队的性质不变。包括今天啊，我们的军服已经是非常漂亮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军服之一了。我们这支军队起源于红军，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叫人民军队。所谓的人民军队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独特的信仰。干什么？解放全人类。实际上我们知道建国后前三十年我们的口号是解放全人类，为人类做贡献，这是我们的信仰决定的。什么叫解放？就是我们当时处的环境是绝大多数人不解放。怎么个不解放吗？就是因为他是受奴役、受压迫、受剥削、当牛做马的。那我们这支军队要干什么？就是为工农打仗，为穷人打仗，为自己打仗，为了人类解放打仗。所以这支军队在战场上是不怕牺牲的，长征路上每走一步死一个人。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电视剧《十送红军》。十送红军呢，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惨烈的那种战争，所有的主要人物相继壮烈的牺牲。
而且呢是义无反顾。为什么呢？我们是为了穷人的解放，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这死了是神圣的，它是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他打不了仗，装备好，训练好，文化高，就是战场上打不了胜仗。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一俘虏过来，带上这个八角帽之后，那就打仗不怕死呢？就是因为他明白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他明白了自己肩负的崇高的历史使命，和他代表的人类最先进的理念和力量，信仰的力量。那今天呢，我就想就这个课题给大家一块儿做些交流。我讲两个小时，后边剩下的是中间休息十分钟，大家可以解决点自己的问题。完了后边剩下的所有时间，大家提问，你愿意问什么问什么，没有任何记录。为什么呢？我们是自由的探讨真理，自由的选择信仰，是不是？我讲的可能你不信，不信不要紧，你有你的自由。我们宪法规定由信仰自由，是不是？你可以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是国民党员，你也可以是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当然了，邪教是不能信的。为什么？那不叫信仰，那叫邪教。为什么不能信呢？因为它不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你个人的福祉，而是祸国殃民、坑害人类。就像前段时间山东发生的那种惨案事件，全能神呼喊教派、家庭基督教会，你跟人家要个号码，人家不愿意给你，这是人家的自由，你就上去拿棍子非要把人打死，那是什么人？那是暴徒，那是人类社会的渣。所以就连基督教、佛教里边，它有一个名词叫正信，正确的信仰，不就是这样的吗？那今天呢，我就给你们讲讲我们共产党的正信。我是共产党的人民军队的一个老兵，自认为是毛泽东的一个忠诚的粉丝。人民军队的官兵是毛泽东的天然的粉丝、追随者、崇拜者。为什么？这不是你忽悠来的，这是用实践打出来的。我们想想，你今天你穿上军装很好玩，但是穿上这个军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战场上要决生死。你在企业、你在事业当中打败了，败了之后无非就是懊恼几天，是不是？难受几天，睡一觉，年轻人恢复过来。在战场上打败了，什么概念？是生与死的较量，生与死的选择。那在战场上最需要战胜，那尤其是我们红军初起的时候，他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毛主席带领红军上井冈山的时候，多少人？不到八百人，不到八百人要打天下，跟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几百万军队打天下，能打吗？那毛泽东就领着这帮人叮叮咣咣就打下来，不但把中国成了中华大地上无人与之争锋的这样一支力量，最后横扫世界一切强敌。你说哪个国家没给咱们对个擂？我们不想打人家，人家想打我们，那好，咱就打的一拳开，百拳磨进来。抗美援朝打的是美国，实际上不只是美国，现在有一帮
那昨天那个任老师老说那叫什么，我那个名词我不大经常用，但是你感觉到挺过瘾的。有一帮人老是妖魔化我们的历史，妖魔化我们的领袖，妖魔化我们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的统帅。其实他们与毛泽东相比，就是喜马拉雅山跟一块狗屎。这种比较为什么不是感情所致，而是历史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想建国初期，1949年10月建国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为什么呢？从1840年开始，我们109年间，我们是叫，今天早上我跟一个同学说，你们干救亡图存，就是救亡图存，中华民族濒临灭亡，中国濒临灭亡。在这种情况下，109年间，无数的仁人志士来救这个中国，没救了。最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军队，把这个中国救了，建立了新中国。那时候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说，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很高兴。但是美国人还有那些西方列强，第一不高兴，第二不相信，你怎么能站起来？你凭什么站起来了？要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必须经过世界级的奥林匹克级的巅峰对决，你把他打趴下了，他的人你站起来了。那这一仗是哪一仗？就是抗日仗。那时候我们是个什么概念？1949年解放的时候，中国的钢产量15万吨，这个大家没有一种形象的感觉，我说一下你就知道15万那是什么概念。就是当时的中国妇女每个人头上打一个发卡，这15万的钢就没了。美国的钢产量是我们的上千倍，我们现在的钢产量是多少？前段时间阴霾遍地的事儿，河北解决了一部分那个小钢厂，就是1500万吨生产能力给它消灭掉。为什么呢？它的生产这个排污设施不过关。我们新中国一年全国的产量15万吨，恢复生产之后不到50万吨，就这样敢给美国较量。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主，比现在的地位高多了。现在它的产值不到全世界的30%，那时候一个国家就是世界的50%，接近50%，黄金储备接近世界的80%。现在它有吗？现在它差远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一穷二白，它是什么都有，而且不光是一个美国，是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加上南朝鲜，那时候我们不承认它的一个国家，我们叫南朝鲜伪军，一共17个国家集团，再加上22个支援后勤支援不参战不出兵的支援国家，你想想，39个国家，一个中国对付了一场世界大战。我们一开始，我们中国说，不准你越过三八线。你越过了之后，中国人不会坐视不管。你知道美国人怎么反应？你不能坐视不管，你能怎么着？你还想出兵吗？你出兵，那就等于把你的军队赶到屠宰场上去了。这就是美国麦克阿瑟总司令讲的话。整来说，我们说话算数，你知道人家怎么反应？你中国说话什么时候算得数？不逮你就不错了，不听嘛，就往前打嘛，打到了鸭绿江边，还往把那飞机大炮往我们这边轰嘛。那行嘛，那咱就是说话算数，不要看我们穷，不要看我们落后，中国人不缺这点志气，更不缺的是智慧和能力。
不到三个月的时候，1950年10月20几日出兵，到了年底2个多月，2个战役就把美国打过了三八线，把美军司令打死。沃克在疯狂的不是在这个溃不成军的撤退当中翻车压死，沃克中将，那还是名将。完了，到了第三战役打过汉城，现在所谓的首尔。如果我们的后勤要跟上的话，现在朝鲜半岛不是这个局面，没办法跟不上。咱的后勤就是人拉肩扛，美国是12个后勤兵管一个战斗兵，我们呢，左边一个干粮袋，右边一个子弹袋，腰里挎个手榴弹袋，背上一支步枪，背上你那衣帽鞋袜那个薄褥子薄被子，就这样给他干。这样干呢，最后过了一年，打到第三战役之后，就把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打下来，算了，你别干了，美国人不愿意让你干了。然后换了第二个李奇微上来之后，过了一年又把他打下来。你说美国老，现在有的人说老美国多厉害多是厉害什么呀，让我们2张就打出去了几百公里，你有什么好厉害的，对不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就基本上拿着个烧火棍跟你的飞机大炮打，你说你有什么厉害。我们要是用现在的武器，用那时候那支军队，那你美国还想打朝鲜，我不打你华盛顿就不错了，不就是这样的问题吗，对不对？把李奇微又打下台，然后换了第三个克拉克。实际上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中为美军立了功，怎么立的功呢？他就去到以后先做调查研究，把那前线给志愿军打过仗的美军官兵叫一些典型来了问志愿军打仗有什么特点，你们最怕他什么，结果一问，他总结出来了2条规矩。调查研究啊，同志们同学们，这是毛泽东的制胜法宝。毛泽东说，我靠调查研究吃饭，这一套上你肯定学得出来。他去一调查研究真管用，管了什么用呢？他发现志愿军有2条规矩，一是什么呢？研究哪一周？对，了解得挺好。周日战争，就是志愿军跟美军打仗的时候，就发现他一开始打得非常猛，你根本就抵挡不住，结果打着打到第五圈以后完了，就看他不放枪了。为什么呢？你想想，一根子弹带加上一个手榴弹带，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武器装备。打到第五圈，子弹打干净，手榴弹甩干净，赤手空拳了，你敢放吗？没得放了。原来美军搞不清这个，到了第五天你要再崩一枪，他还疯狂地往后跑。结果这事儿他发现了规律之后说，到了第四天第五天你就不要跑，你就守住不管他，到了第五天之后你反过来打他，叫磁铁战术，记住，不要让他跑掉，要回来。这是发现了我们第一条规律。第一条规律呢，我们本来就是你打完子弹，你打甩完手榴弹，你还可以往前攻的，甚至你可以不管他，你就在这儿守着就行，他不敢收拾你，为什么？打怕了。结果现在不行了，他知道你啥都没有了，光有拳头和牙齿了，那到最后就是用石头牙齿拳头给他干。这是发现的第一个。第二个，越野战争，发现志愿军白天不跟他打，要打都是晚上，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我们想想，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尽管上面一个伪光网，一旦战斗机飞来了，空军来了之后，一个炸弹就完了，而且你无处躲藏，不用炸弹，他老远就看着这地方一群人机枪扫射，哗一下就基本上给你消灭掉。那我们要白天给他打仗，就面临这个结局，你没有任何空军掩护你，没有制空权，怎么办？你白天你能看见我，你晚上你看不见我呀，
那时候空军也没有那种，就是现在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在高空当中，你发现不了，有红外可能发现这地方有一片，但是你搞不清它是人啊，还是猪啊，还是牛啊，还是其他的什么发热体，你搞不清楚，怎么办？我们就晚上给你打，晚上你的空军空中优势没了，咱就一对一，咱绑个毛巾，咱自己说有毛巾的你别打，没有毛巾的你尽管打。而且有月亮之后呢，就咱们就看得更清楚，所以是叫月夜战争。那发现了这个规律之后，他说既然空军都是晚上打，那咱们就挂照明弹，是吧，咱们晚上就不给他打，这不就这样。所以这救了美军一下，但是最后还是不行，你有变化，我也有变化，最后愣是打的到了第三任美军总司令的时候，感觉到朝鲜前线战场已经成了第一了，成了美军和联合国军第一了，求着我们签兵。签完字以后，彭德怀说签都签得太早了，我们战场都准备好了，还可以打他一仗。我们说朝鲜战争胜利失败了，朝鲜战争是，我说抗美援朝是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载入人民战史，从此以后就像毛泽东一开始决定要打这场战争时候说的一句话，打得一拳开，百拳莫进来，从此以后中国人说话才是真算数的。到了越南战争的时候，我们说不准你越过十七度线，你越过了中国人不会坐视不管，美国的将军们还多少次蠢蠢欲动想着越过，但是后来想中国人要出兵怎么办，没办法，中国要出兵我们肯定是败的，是吧，咱不越过，飞机上都安上警报器，一到十七度线嘚儿叫，始终没越过。包括前几年延平岛，朝鲜延平岛那个事件，当时整个有点紧张，我们国内也讨论如果朝鲜战争再次爆发我们还会不会出兵。这时候那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说中国想出兵，中国要出兵我们就让他倒退到炸毁他100年前去，很猖狂的，我们并没有这说这话。后来我们得有一个军人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国你不要太嚣张了，中国人不惹事但从来不怕事，也不会坐着让你炸毁到100年前去，你能把我炸毁到100年前去，我就把你炸毁到旧石器时代。毛泽东最伟大的特点不在于打胜仗，还在更在于什么呢，用弱的不能再弱的力量打胜仗，这是两块。两个人打架，你这俩人个子差不多，你是个大个子，他是个小个子，你把他一拳打倒，打得他满地找牙，你不算英雄，你那叫一强凌弱。两个人差不多，旗鼓相当，你一拳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哎呦，这个人有本事。你看看，他们两个差不多，他竟然能把他打倒。如果是那个小个子，那个小女孩，一个把你这个大个子一下子一拳撂倒，哎呀，这个家伙，这是个超人。那不就这样了吗？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打的所有的战争都是正战，所以人民军队的所有战士都可以载入人类战争的史册，他创造的是奇迹。是这样，为什么人民军队崇拜毛泽东？那我们这支军队特别是红军时期曾经有一种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十统红军，那个经历，那个十统红军实质上在开出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错误路线的阵营下，没办法，只有拼命，为了我们的理想目标信仰和安全，我们只能那个打法。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到了遵义大家就得出的什么结论，人还是那些人，枪还是那些枪，有了毛泽东毛主席的领导天天打胜仗，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天天打败仗，
那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崇拜？就是因为他领导我们是这样一个东西。当然后边还有，我说是人民军队为什么是对毛泽东的那种天生的崇拜。谁要说他能比得了毛泽东，谁要说他能超越毛泽东，不要说超越，能比得了毛泽东，敢跟毛泽东比一比，那是历史的笑话。八十年代曾有人说他比毛，那当时那黄克诚大爷上大洋上将就说那是历史笑话，你能比得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有谁能比得了？是吧？在生死危亡的时候，大家都没办法了，遵义会议怎么开的都没有办法了，40万人围着我们，不到4万人，红军还剩下不到4万人中央红军，国民党40万人围得像铁桶一般。实际上共和国建国后的所有主要领导都在这不到4万人里面，那马上就要消灭你了，大家说怎么办？没办法，那怎么办？请老毛出来试试。这就是遵义会议，然后老毛出来试了试，没有多长时间就把国民党蒋介石，尤其是蒋介石忽悠晕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在干什么，结果跑了。就是这，所以说对一个人的评价，想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他是历史的实践比较出来，不是那种我看着你长得好看，或者我得感觉到一见你就一见如故，不是这样，是建立在理性的理想基础上建立的这种崇拜。咱们这是个序言，书归正题，谈理想信念，谈道路和信仰。那红军发展到今天，我们目前我们的道路和信仰是什么？哎，我想问一个，谁说说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啊，不说你个人的，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你个人可能有的信佛，有的信基督，或者是有的信其他的，咱不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的道路和信仰是什么？谁能说一说？哎，这个地方刚才有一个说了发声的，谁说？哎，你起来吧。哎，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仰呢？信仰的话，我感觉没有统一的信仰。共产党有没有？我说共产党有没有？至少党章上，不说是所有党员都可能，有的党员，你像那些腐败党员，他是信仰金钱嘛，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共产主义。哎，很好。挺好，第一个问题100分。啊，我们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信仰，共产。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这个。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道路？有的说你共产党让走，是吧？你不走谁敢不走？谁不走收拾你。这肯定的，一般人不走不要紧，你爱走啥走道路走啥道路，你爱上山就上山，你愿意下海就下海。但是我们的执政者，我们的国家机器，所有的主要领导成员，你必须认同这条道路，否则就会被淘汰的。淘汰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咱不说。那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是个理论问题吗？是不是？也不是。是个政治要求吗？是，也不是。为什么说是呢？那我们的宪法和党章里边规定的要走这条道路，这是政治要求。为什么说不是呢？就是作为我们一般人来去理解的时候，不是说你让我信我就信，我就是那样的话，反而你那种信是不可靠的。怎么信才是信呢？我是追求真理的，你代表着真理，我就信你。
你不代表我就不信。说这话大家能认可吗？我们肯定走到这里来，我们能有这样一种坚守，有的甚至在营园里待了六年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干什么？除了锻炼自己以外，就是追求真理，对不对啊？你可以其他的我都不想，但是真理你不能不追求。那不追求真理的是什么人呢？我们羞于与之为伍的人。但是我们信这个道路是个理论问题吗？是，它有理论支撑，但更多的不是理论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是个实践问题。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我们才能坚定不移的去走。如果实践认为这条道路是不正确，我走它干什么？那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有的说了，正确什么？一片黑暗，一切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分子，那么多的坑蒙拐骗，那么多的那个污染遍地，阴霾般遍地，你说这个就好什么呀？你们有这想法，我也有这想法。我有时候也骂娘，也愤怒不已，对一些现象。但是一个制度呢，我们要从比较中看，从历史中看。那这个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它有没有贪污腐败，或者有没有阴霾遍地，或者有没有其他那些黄赌毒啊什么东西。我们追求的是那个，但现实社会它是有的。那在于什么？我们总的来看，他们给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带来的事儿，相比较而言，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我们就比一比，我们才能知道我们选择的这个道路到底怎么样。怎么比？比那世界上那些相同类型的可比的国家。第一个，我们可以比比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为什么比这个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社会主义的大国，大到比我们大两倍多。原来，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几乎跟我们同时启动改革。我们中国80年代改革，你们基本就是改革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苏联呢，也是80年代，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改革，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国家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苏联是一步自由化了，我们呢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呢？既复杂的，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准确概念，你们的考试啊，将来你去找到18大报告上有。极简单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呢，一个是思想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思想基本原则里边就包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呢，就是我要不断地改革那些不合理的，我要对全世界开放，完了进行交流，哎，互通有。包括学习人家的先进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道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比苏联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总有一批人推崇苏联的改革，说苏联人家那叫一步到位的改革，我们这是什么满刀割肉，最后留下了若干弊端。你看今天的弊端，就是因为这种改革方式留下。那这不就需要比一比吗？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比苏联？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去年年初南巡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好好的总结苏联的教训，他为什么是这样的？
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前提。那我们比比什么呢？就比改革之前和改革到今天谁走的这路更好。我们前提就是我们对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现象很不满意，但是呢那在任何时代，包括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也有一些不满意，也有一些不满意。为什么呢？要不毛泽东搞文化革命干什么？不就是对有一些那些官僚的官僚主义欺压老百姓或者什么他不满意的发动群众来收拾你吗？他是就这种感觉。那怎么着呢？我们不满意，但是我们得比一比，我们得知道这个制度整体是好的还是整体是不好的，或者整体是不如人家好的。那我们就看改革之前的苏联是个什么样。改革之前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对形整个世界对形势分析，毛主席对形势分析说，这个世界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就是苏联和美国，那是霸权国家。苏联是什么？叫霸权国家，叫苏美争霸。争霸世界，苏进美退，苏联在全世界咄咄逼人的逼着美国防守，招架不了。苏联是进攻态势，美国是防守态势，这就是当时的苏联。而且呢，不但是收拾美国，还收拾中国，在我们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我们那时候人民军队主要的作战方向三北地区，东北、西北、华北，干什么？在内蒙那个这个大草原，包括在兰州啊，这些没有山岳地带的这些方向筑城，筑起一座山来，挖地，把山底下挖空，干什么？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的进攻。筑起城来干什么？挡你的装甲铁流啊！你成千上万装甲车如果一马平川的过来，不要一天就到了北京了。你的仗你干得好吗？我们老说打仗其实不是轻松的，一个原子弹100亿美元砰出去没了，就是我筑起一座城山来，然后你的原子弹打过来，不是你的那个装甲这个战车哗开过来，到这儿走不动了，走不动就迟滞它的进攻，然后我们的军队再过去进行怎么去消灭它、堵截它，是这样的。美国苏联多厉害，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逼得美国往后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办法了，尼克松跑到中国来见到毛主席，说是我们中美要合作起来共同收拾，要不然不行的，我们都为他灭亡的，是这样的。那毛主席，那好啊，你来吧，咱们就讲点哲学，一讲的他晕了。最后，所以最后中美之间关系当然打开了。所以说邓小平改革开放，当时中美之间蜜月，实际上是毛泽东打开了中美之间关系的大门。当时一个外部环境背景就是什么呢？苏联超霸，谁也收拾不了他了。我们想想，这就是改革前的苏联。戈尔巴乔夫上来之后说那一套不行，怎么办？改。结果呢，改成个什么样子呢？咱们现在都知道。我们80年代，我跟你们差不多，不到30岁，那时候我们这个办班，那些教授们、那些专家们讲课，哎呀，戈尔巴乔夫太厉害，苏联当时的总统，改革总统。戈尔巴乔夫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上了台之后3个月不见了。不见干什么呢？跑到黑海别墅待了3个月，人家这3个月可没白待，写了一本书《改革与新思维》，把改革的路线图画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是哲学指导，而且是从上层建筑开始消灭共产党，不要共产党的共产。咱们摸的石头，那水枪吗？水深的能摸到石头吗？那不淹死你？人家戈尔巴乔夫话音未落，毁了。苏联轰然倒，一个晚上，那么一个超级强霸大国，一晚上倒闭了，没了。
你说改的是好还是不好啊？没了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个苏联分成了16个国家，这就是他改革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2200万平方公里的苏联国土一下子分出去了530万平方公里，而且都是前苏联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乌克兰。乌克兰是苏联的创始国，一个分出去了，分出去以后就大。乌克兰是原苏联，相当于一个省吧，加盟共和国，相当于一个省，原苏联的最富庶的地区。为什么呢？广袤的农田，号称欧洲的粮仓。我们之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表现得比较含蓄，为什么呢？我们租了他5000万亩土地，种地给他交地租，然后把粮食运回来。你想想，5000万平方公里是5000万，相当于乌克兰农田的1/9。工业发达还不是乌克兰的最主要特点，工业发达，特别是军事工业，除了苏联的本土地区就是乌克兰。军事工业极为发达，发达到什么程度？我光说这概念大家搞不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辽宁号航母原来是在乌克兰建造的前苏联的最后一艘航母，快要建成了苏联解体，解体了之后这航母就停工了，停摆了，不见了。为什么呢？按照解体协议划分，原来在哪个国土上的东西全归哪个国土，那这航母就归了乌克兰。那乌克兰为什么不建啊？甚至都后来不要，说要拍卖。他说需要航母的国家必须是超级大国，一般的国家不需要，你有那玩意儿惹祸了，你养不起，养不起。我跟你说，航母舰队上一个那个速射炮，就能看到土管子噗噗噗那出的，那打那个打弹幕的那个，那一发子弹60万，1分钟打6000发。你说他打得起这战争吗？打不起，打不起就要拍卖，拍卖没人要，因为大家不打仗了，要你拿来干啥？后来我们香港的一个商人，这个人我认识，就说那你既然拍卖了，我就问问你什么价，就一问废铁价。我回来那都是优质钢板，我回来解成钢板卖也能赚大钱，然后就去买了。买来之后正准备成交的时候，美国知道，美国知道之后，你告诉乌克兰，把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包括发动机全部撤下来。美国很坏，不是一般的，你像咱们，你他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见不得你好，我见不得你有一点好，接下来就成了个空壳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航母就成了空壳了。那成了空壳，那你要啊，你空壳无非就是，我要卖废铁的话，它是重量减轻了，我不需要它的装备。当然，它要真正的装备弄来，它是世界一流的装备。怎么办？就往回，没有发动机了，就雇了一艘驳船，弄上一个铁索，往回拉着往回走。就这样走了1年，为什么呢？咱不知道。就这壳子的技术含量也相当高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走到那个地方给你拦住，走到那个地方给你拦住，等着这船拉回中国的时候，这个商人就破产了。为什么？本来想着成交了之后飞钱弄来解吧解吧，我们至少能赚一半，结果你把那些有质量的有什么的都弄掉了，完了之后拉呢，走一段他给你截住了，到哪个国家港口不让你停港，要你停港他们的结果不让不放行，这就毁了，这成本就一下子给上去了，你雇的那动力船什么东西是不是给拉回来，拉回来一开始当时我们也没在乎这个事儿，他本来想做个水上花园，就像真正那个航母公园一样，结果后来到了1997年以后，我们有这种解迫感，就开始把他这个切壳子弄下来，
改造成现在的辽宁舰。在改造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美国人就连个壳子都不让我拉回来，你那个焊枪啪往上一焊毁了，钢的性质变了。原来的钢是什么？消磁的，就是说你那些海上的水雷啊，那种海上那种靠磁性能够进攻的那种爆炸物，那种战斗作战物，你到它跟前它不管用，到跟前它都不粘。但是我们的焊枪，你本来你要是装点东西、接点东西或者改造什么东西往上一打，那一看，啪就给你粘上了，毁了。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你在改装的时候不能把它的钢板的性质变了。我们国家这么多钢厂，占世界接近50%的钢产量，这钢就是生产不出来，焊接也没有这技术，怎么办？任务要完成，中国人很有智慧，我们的改装工厂就买了2箱二锅头，然后就到苏联，到那个乌克兰，找到他的总工程师，一顿二锅头灌得晕晕乎乎，完我拉回来了2车技术资料。把钢板的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焊接无磁焊接技术、焊桥技术解决了，这是第一步嘛？还有其他的，当然不光是二锅头了，2箱二锅头只不过是让他愿意给你。那还有钱呐、什么东西得买呀，解决了。为什么呢？我们不要一味国际间那是市场就能平等规则，不可能。你买美国的，美国不可能给你。苏联是我们的盟友，现在的俄罗斯是我们盟友，但是俄罗斯是防着我们，他也不给你。只有谁能给我们？乌克兰。为什么？他不跟中国争霸，中国再强大不影响他什么，中国再弱小他也割不了中国。但是呢，美国不行，美国中国再强大成了老大二了，他变成老二了。你说他心里多难受。俄罗斯呢，中国一强大了，他在养我们鼻息，不就这回事吗？所以俄罗斯呢，他跟我们基本上算个盟友性质的，或者说就是战略利益共同。那就是美国不给他给一部分，像苏-30啊，苏-35这一类的，但是他绝对防着你。为什么呢？你中国太强大了，一旦力量失衡了，他是很危险的，他是很危险的。中国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可以，如果你们这里边出一个想潮化世界的，那毁了，那你有力量了，对不对？他是这样的，所以乌克兰给我，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乌克兰的工业、军事工业、农业多发达，现在成了什么了？光国债欠了上千亿美元，就因为这个打得民不聊生。你看，不说这个，这就是解体前的苏联是一个第一号的超级大国。戈尔巴乔夫被我们一些文人认为是正确的改革道路，改了5年就把这样一个大国解体，一个国家变成了16个。有的说国家不太大，只要国家能发展，小国是更能发展的。这是咱们国家的有一帮理论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给我们的国民灌输这样的道理：国家大了不好，国家小了好；国家统一了不好，国家分裂好。不要以为我这说的是假话，你不信你找本书看，《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个人现在变了，但是当时写的书就是分裂比统一好，小国家比大国家好。一看那书是谁资助的？是美国资助的，是台湾资助的。那美国资助，你说小国家比大国家好，你为什么美国不把自己先分开？对不对？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欧盟本来这小国家还要集合成一个共同的一个欧洲国？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后来明白，中国是分开好，对他们好，是不是？中国变小了，对他们任何一个国家都好。所以说，人家是人家的利益，只有我们那帮傻子文人，
他一天到晚的把美国的那些话当成圣经来灌输给我们中国社会。好歹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不听那些胡说八道。那苏联就是这样，改革改成这样了，一个国家分成16块。有的说，哎呀，小伙这样能发展就行。我说怎么个发展法呢？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候，苏联的产值是中国的4倍，在80年代初，到去年年底，俄罗斯的产值，它改革改了30年了，没有恢复到前苏联的水平。这是第一个。完了之后跟中国比较呢，由我们的4倍变成了我们的4分之1。你说好吗？戈尔巴乔夫那个路是正确的吗？我就不知道我们一些理论家凭什么这样说。有一次吃饭，有一个教授也就说这个，我说凭什么呀？他也说不出来，就是好，那就是好，就是好，那就没办法，对不对？好是好，不好是好，但是没办法，那是邪教，不就这样的吗？再一个，有的说国家产值不要紧，只要老百姓生活好就行，这是一个标准，我们经常听说的。那好，那老百姓生活好不行？我说一个概念就知道它好不好。什么概念呢？苏联解体到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卢布的币值贬值了6000倍。6000倍是什么概念？小伙子们，你们家里，你们现在肯定没有，如果还是个像样的款儿，存着6000万人民币，按他那种改革改完了之后，5年6年到8年之后，还剩下多少？6万块钱。6000万，我估计咱们国家一个中等资本家都没有。那好，600万，可能有的家庭可能还可以。600万，10年之后还有多少？1000万。这也600万也很少，60万，这样的一个中等家庭估计差不多。那10年之后可以多少？100块钱。那咱们刚参加工作的，吭哧吭哧一年省吃俭用，连个啤酒都不舍得喝，攒个，干上3-5年，攒个5-6万块钱。完了之后，他这改革一改，改的还剩下多少？10块钱。买2个土豆的。那苏联当时就这样，为什么呢？他改革之前是低工资，他属于社会主义的，他就是说大量的是福利存在，真正变成金钱无不存在的很少，所以就大量的老百姓完蛋了，破产了。破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数字，今年上半年俄罗斯高兴的宣布，那不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吗？改革之前，苏联是个强大的工业国、科技国、高技术国，然后美国都害怕的国家。改革之后，我们知道苏联最大的出口产品是什么？石油，卖能源的。再一个还有姑娘们，一年几十万漂亮姑娘跑到俄罗斯做生意。前苏联地区都是这样的，我们就看看，你像乌克兰、白俄罗斯，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美女成灾，你出来一个都美得让人窒息，都是那样的姐姑娘们，那西方的大款们可是看见好东西了。最后白俄罗斯立法干什么呢？不让漂亮姑娘出口，就出去谋生，为什么呢？这样剩下的在家里自己繁衍人口的都是呢，干那事儿卖不出去了，整个的人种质量下降，就是这样的。你想想，一个国家走错了路，他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在50年代见了苏联人，就是什么老大哥国家，60年代。包括到了70年代这样，哎呀，那都是超级大国来的姑娘。现在我们想想，见个苏联姑娘，
见了个苏联人，你还把他这样去看待？你首先见个女孩，你他是来用什么来谋生的？你在这地方给他划问号，不就这样吗？他给一个民族，给每个人带来的屈辱。我们就中国，早就享受过，对不对？那我们跟苏联这条戈尔巴乔夫被我们那些文人们推崇的戈尔巴乔夫，被西方推崇的戈尔巴乔夫那条道路比较，我们的路肯定比他们好啊，这一点有异议吗？没有异议，对不对？我们第一，我们没有亡国，没有亡党，没有亡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国家分成了十几块，是吧？我们经济也有波动，也有好的事儿，也有赖的时候，但是呢，我没有像那一下子给你掉下六千倍去，把你的财富基本上弄没了，有的时候那财富都到哪里去了，都通过金融系统又到美国去了，美国过了十年好日子，现在那钱花干净了，又想摆中国，对不对？原来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连美国都害怕，然后跑到中国来低声下气的求中国对他合作收拾苏联的这么一个国家，现在谁还望着俄罗斯害怕？连普京都自己说，我们500年以来第一次降为三流国家，从沙皇开始，那就是一个尽管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境，那也是一个到处收拾人家的，我们的东北，我们的那个外兴安岭，全让他给割走的，对不对？500年来第一次沦落的这种地位，什么问题？戈尔巴乔夫罪魁祸首，当然也与苏联国民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对付这样一种叛徒。但是呢，因为他叛变有功，西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是吧？把他变成最伟大的人，我们的有些汉江文人也是认为他是最正确，比我们中国谁都正确，中国早就应该走他的路。你说我将来你要听着有人还说这样话，汉奸无义，要么是个糊涂蛋，要么就是个汉奸。为什么呢？他说的不是事实。我们这个比较，我们知道，尽管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改革，对我们的社会还有诸多的不满意，但是我们这样比较起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比他好得多。可以不可以这样？我说不是个理论问题，是个实践问题，咱们要用实践对比。那有的说了，那你比苏联不行啊，那苏联是社会主义把它搞坏了，如果扎根就不搞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那肯定是好的。你看人家美国，你看人家其他那些欧洲国家多么繁荣。哎，这一听大家也是感觉到很无奈，确实是咱们是不是搞错了。那好，咱们就再比一个国家，比谁呢？比可比的，比谁？比印度。有的时候印度就比，咱比这个印度是最可比的。为什么呢？我跟你说说为什么可比。第一，同是东方文明古国，同样是人口大国，同样是落后国家，是不是？我们14亿人口，他13亿人口，或者我们13亿，他12亿，比我们少了1亿。再过几年，可能他们要比我们跟上我们，超过我们。你不是改革吗？你要比那些同样的，都是大国，都是东方文明，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几乎同时独立。印度是1947年，我们是1949年。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独立。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是不是？我们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至今已经走了多少年了呢？我们中国已经走了65年，印度已经走了67年，一条道路好与不好，60年能不能看得出来？可以。3年2年很难，为什么呢？各种条件不同。10年8年也可能不大容易，到了20年30年就能看出来，到了60年再不再看不出来，那你解决不给他说话。为什么？那是个白痴，不就这样的吗？
那好，我们就比印度。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相同的这种客观条件，不同的是什么呢？第一，印度建国之初比我们的基础好。我们说15万美高，印度比我们好多了。再一个呢，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不同。按道理讲，你那条道路走是正确的话，你应该比我们发展的快得多，或者是至少要跟我们一样，或者至少差距不大，对不对啊？为什么呢？你差距不大也不容易啊。那我们看看走了60几年之后，今天的印度和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呢？联合国有个统计数字，说中国和印度的数字比较叫2、4、6、8、10，和不可比。什么二呢？他说中国的耕地比印度少一半，但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倍。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效率要比印度高得多。一个国家制度它要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不是？你同样的人他能生产更多的财富，同样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财富。我们的农村就是最低产业要比印度的生产效率高得多。再一个呢，中国的网民是印度的2.5倍。什么感觉？我们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网民的数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是不是这样呢？2.5倍，这是二。那四是什么呢？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什么概念？ GDP 产值，印度现在跟俄罗斯差不多。4倍看起来这个数字不大，但是我们想想，一个国家4倍是个什么感觉？我们从80年代邓小平说是翻两番，要用20年的时间翻两番。印度现在一天到晚跟我们比中国强还是印度强，你比我们拉着4倍，你怎么比这个强和弱的？就像一个小学生跟大学生相比，谁的年级高？能比吗？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60年之后，在这之初开起点的时候，印度比我们高。还有什么是4倍啊？外贸总额、原油产量、发电量，这都是支持这个经济规模的。你经济规模上不去，哪有你发了电能用吗？那电你用不了就没了，对不对？这是个四。还有什么呢？6，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印度的6倍。我们原来是以外汇储备多为荣的，现在呢感觉外汇储备多也是个负担，也是个问题。你能不能钱放在美国，美国老给你贬值，是不是？你说你感冒，你要买的高技术他不卖给你，你这萝卜白菜我们不需要买它的，那不就这样的吗？现在中国学聪明了，原来是买债券，我们以后把这个智囊一天到晚买债券买股票，股票他给你关门了，你的股票白买了，两房股票不就两房债券不就这样吗？现在咱们是什么？我们在全世界投资，我这美元全世界投资，把它变成资源、能源，变成白花花的真金白银，运回大陆来，也是在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个6，啊，包括钢产量、电视机等等等等，都是印度的6倍。钢产量是印度的6倍，一个国家钢产量，它是象征着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因为现代工业它离不开钢铁。包括现在的生活离不开钢铁，你说这大楼用多少钢啊？钢筋水泥建筑。我们知道建国初我原来是通信兵的，通信兵呢在北京就是在那个城这个翠微大厦前边有一个大楼，那是50年代盖的，到现在还巍然屹立，6层高。有一次一个老同志说，你知道这大楼有什么特点吗？我说不知道。这个大楼里边一根钢筋都没有，6层大楼一根钢筋都没有，那不是他们豆腐渣工程吗？到现在巍然屹立，为什么？
那时候缺钢啊，没有钢铁，你要盖楼怎么办？钢筋没有钢筋水泥，你水泥做的你怎么去能保证它不散架呢？用竹筋盖，竹子削了以后放到里边，它那很有韧性，到现在依然比咱们有些的豆腐渣工厂的钢筋厉害多了。那时候我们的钢琴是这样，印度比我们好，现在我们是印度的6倍。我们想想那多少啊，那1倍就上千万吨呢、啊、或者是几百万吨呢、啊、你是印度，你什么时候赶上我们？他们的舆论老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比中国谁发展的更快，能比吗？对不对？我们有一些公知老是说印度好，我说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家弄到印度去，让他享受印度的幸福。对不对？好了，还有一个10，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额是印度的10倍。资本呢，它的天性是什么？寻找利益，哪个地方投资了之后挣钱多，他就跑哪里去。那中国是印度的10倍，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吸引外资10倍，就是说我们这儿投资环境肯定挣钱比那儿多，当然挣钱多呢，对资本来讲是个好事，对老百姓来讲呢，可能有好也有不好，就说明你这个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点低，是不是这问题？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你投资环境好，你整个的法律环境、制度环境，包括这个基础条件设施。还有一个20，啊，还有一个6倍是什么呢？印度的艾滋病比中国高6倍。卫生条件。再一个20，中国吸引外来游客的数量，外国游客的数量是印度的20倍，同样是文明古国，这就说明在世界的这种大家穷的那种程度。这是6, 2, 4, 6, 10, 20，这个数字，中国跟印度还有若干个不可比。什么不可比呢？咱们从北京过来，什么交通工具？火车、高铁。印度有吗？没有，印度是0。我们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基本上在全国各地都是高铁。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总理到外国去，高铁外交。现在中国有3大产业，一个高铁外交，一个是特高压外交，还有一个是云计算外交，都是最现代的，从基础工业生产到这种这个电门工业，一直到最现代的信息化。印度没有，印度做什么？印度到现在坐的还是那种绿皮火车，我们20年前坐的那种，平均每小时40公里的那种，那已经不错了，坐不上。你就到网上一搜，因为今天你没有那个，我搜了几张。印度人坐火车怎么坐法啊？他不是坐在车厢里，他坐在车顶上。你想想，就是40公里，你那个打在那个车门上也是，我一开始我因为这是他妈印度的这马戏真厉害，是吧？他的道具竟然是火车，那整个的就像咱们的骑自行车的骑上几十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他都是这样的发盘的，就这样把的，能比吗？比不了的。我们2000几年那个动车事故，723。死了多少人呢？39个人。国际舆论，国内我们的主流媒体，包括所有的网站，一起黑我们的高铁。哎呀，说这些东西，这个草菅人命，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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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差点下马。我也去年春节跟那个中国铁道研究院一个总工程师，大家吃饭，一个老头儿，大家说这个人呢很特别，他是铁路研究院的总工程师。问起来了，他还有一个背景，他是胡锦涛的同学。当时上学的时候呢，
他在上铺，父亲他在下铺。几十年后呢，一个当了总工，一个当了总书记，都混得不错。就说起来，我就问他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说咱高铁有没有，是不是自己的直系？他说是，他说是，我说真是吗？他说真是，他说为什么真是？他说很简单，刘志军呢，他是个贪污犯，这个是不值得同情。但在他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贡献，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国家给他投入钱了，这个家伙魄力很大，他就把世界各国的高铁技术全买了，拆解。拆解完了之后，综合大家的油厂加上自己的创新，所有的它的速度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就是真高，是真的。它不是像后来我们有一些人污蔑的事，把人家那种安全速度给人家那个本来是一个弹性的保留这个安全系数给人家弄没了，变成自己不是，是真高。自主创新的高铁技术，你任何人，你看日本人现在说发表文章说老是心里酸唧唧的，当初你卖它干什么？你看上中国弄的，把我们日本取代了。我们知道近代中国从什么开始？从英国帮中国修铁路开始。现代工业，现在中国的铁路帮英国修，打回他的老家去了。人家说这是个历史性的变化，天朝帝国又成了天朝帝国。是个这，但是就这样一项技术，当时差点让我们自己给攻下了。好多人，包括决策高铁上马的时候，有些人就说：“美国没有的，你弄那干啥？人家不如你了。”就成了这了。美国没有的，我们不能有；美国有的，我们不能没有。现在就成了我们一些文人，甚至一些政治家的一种劣质思维。实质上，在高铁事件发生之前，上海我们已经包得足够了。美国没有的，你弄那玩意儿干什么？包括到现在还有人骂，但是骂的声音越来越小了。所以呢，《环球时报》说：“你们那些骂的不该反思一下自己，你们骂的对不对？不反思，为什么呢？这里边有巨大的利益，骂中国的高铁是有巨大利益的。为什么呢？我们想想，那个总工程师给我说句什么话？”在723动车事件出现之前，150多个国家给我们谈高铁事，那是自发的谈的。我们现在是总书记总理去推销啊。结果723一出现之后，剩下了5个国家。我们想想，全世界都要建设这样一个基础产业的时候，中国的地位是个什么地位？中国的财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基础建设呀，那都是最花钱的东西。我们要往全世界去修铁路的话，你想想，那真金白银是哗哗的往中国流。你想想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老怕我们超越我们的那个国家，他愿意吗？就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723。723什么呢？就是暴雷引起瞬间电流增大，把一个保险丝给憋了。按正常的呢，您的维护人员、管理人员，啪，或者跳到闸接上，或者换个保险丝，解决了。但他没有，没有，这不就信号就乱了，后边车就趴到前面车上去了。那前面车停住了，后边车往前走，都是上去了，上去就掉下来，摔死了39个。当时就差点下了马，后来是因为参与高铁建设的人太多了，成几百万，那农民工你发不出工资来要造反。所以继续才下去，坚持到今天，我们迎来了高铁的一个。当时西方说什么？这是人类，这是现代商战史上的一个成功案例。不要以为市场竞争就是公平的，你好好干，你成本降低了就行了，你技术好就行了。商战跟战场是一回事儿，无所不用其极。那我们那些媒体，特别是门户网站，你是当了谁的战斗？你不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印度没人管，知道印度那样坐火车每天死多少人？印度人自己统计，每天从火车上掉下来摔死的，平均42个。是不是？你比呀、啊，比高铁能比吗？比不了。一个是基本上用高铁，一个没有，是个零。还比什么呀？比奥运金牌，都是人口大国，你比比试试。我们的奥运金牌得到什么程度了？得到谁得的金牌谁挨骂的程度。我给奥体中心讲课，给他们运动员讲课，他们也是感觉到很难受。但是50年代、60年代，包括到80年代，那我们得了奥运金牌，在世界最顶级的竞赛当中得了第一名，升了国旗，做了国歌，那是民族英雄的。到那个地方，大家都非常签字的、照相的、请多报告的，大家有一种荣誉感。现在我们媒体干什么事儿，知道吗？得了金牌，他骂你，有什么光荣的？帝国体制糟蹋了老百姓的钱，那不得吗？不得又骂你，你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连个金牌都得不到？所以说，我们的有一些媒体人，我觉得有点丧尽天良。那不就是这样的吗？那印度知道有多少金牌吗？那北京奥运会我们设置项目的时候，好歹他得了一块金牌，我们是世界第一，50多块金牌。但是之前啊，多少？52块还是多少？大概反正40-50块金牌是第一的。但是之前印度没有得金牌的历史，得个银牌变成民族英雄，能比吗？比不了。还比什么？还有个不能比的就是妇女地位。中国的女人是世界上应该是最骄傲的女人，为什么呢？你地位最高。毛泽东时代妇女是半个天，过去是黑洞洞的旧社会，妇女在最底层，红色娘子军嘛，向前进，妇女们要翻身嘛，结果翻了身就是男同志能做的事情，女同志照样能做，所以出现了女飞机驾驶员、女拖拉机手、女什么，那就是非常自豪的。不在家里吃闲饭，你也应该做家务。毁了，本来是男同志唯一的一点特权，就回到家里，是不是往床上一躺，做饭、吃面条，是吧？吃凉面。我就把一盘凉面给你端上来了，哎，这老婆还不错。现在想吃吗？自己做去。妇女是半个天，你干活累，我干活累。中国的妇女地位世界上最高的，高在什么程度？你这没成家的还不知道啊？没成家的也一定知道。基本上每个家庭妇女都是当家做主，对不对？既有极个别的有点男子汉大丈夫味道，然后说的是那种耍的男子汉大丈夫，绝大部分家庭妇女都是家里的一把手，老婆说了算，男人怕老婆。我说怕老婆不是个坏事，为什么呢？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只有在原始社会当中，不要鼓掌鼓得太厉害了，我就要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社会，你比方说你要找对象娶媳妇儿，有房吗？有车吗？是不是？过去我们那时候，那80年代叫三转一响啊，什么东西，买个收音机啊，买个那个自行车啊，那时候就行了。现在你得有房。我到那个大别山区去，他们是现在农村姑娘，就是当农民的，要找老公，有房肯定是有，农村房子挺多，那不行，那不算数。你在县城里买房了吗？到县城里买上房，还要买上车，我再嫁给你。不是那种地怎么办？开着车到地去种去。
说中国的房价老是居高不下，人家说这丈母娘的刚性指数，为什么呢？你把老婆你哄晕了，那丈母娘你哄不晕，他非要给他女儿争这个房子不可。所以你没办法，你要娶媳妇，你要结婚成家吗？把房子要买上。到家里就是你听老婆的话，家庭呢总体来讲比较和谐稳定，但是呢随着开放，有些西方理念或者落后理念进入了之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印度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印度要反过来，姑娘要出嫁吗？嫁妆准备好了吗？准备了多少钱？钱少你还想出嫁？算了吧。要想出嫁吗？就在家里成了死胖丫头了。有的人为嫁妆没准备多，没准备够，就给卖走，卖到妓院，这太正常了。谁家养了姑娘，那真是挺麻烦的。你现在咱们国家谁养了姑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到这些干休所了去看，一到星期天，那养儿子的家里是空窗的。那养姑娘的带着女婿回来，一家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你老婆花心呗。所以说，当姑娘的你们就将来结了婚，要想想那养儿子的，我是养了儿子，那养儿子也不能过得太悲惨，是不是？再一个，自己的安全感，中国有没有不安全有？但是在印度呢，妇女只要上了大街，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就成了公共东西，强奸女警制止不了，一直到他的公安部长，印度的公安部长说什么话，你制止不了强奸，你得享受强奸。所以说，我说咱们那些公知们老说印度好，先把你老婆和女儿送到印度去过幸福生活去，能比吗？比不了。有人说印度民主，那是民主国家，也说是民主出身，对，确实是选出来的总统总理。民主吗？那就叫民主吗？知道印度社会最基本的阶层结构是什么？种姓制，五个种姓，最高的是皇宫贵族，最低的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干活的，而且这是占70%以上的，而且低种姓永远和高种姓它是通不了的。这叫民主啊，这叫民主。那猴山上的猴子，那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那就是最好的民主。我跟你说啊，我们尊重事实，我们看一个社会好与不好，一个制度好与不好，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我们说句老实话，我们现在社会越来越发展出很多弊端，你比如说阶层有点固化呀，我们平民百姓的子弟啊要晋升上升的渠道啊感觉到很困难，你基础要薄弱了之后，你要去全靠空手去打，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时代没这个，毛泽东时代那真是看真本事，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两手空空创业，一无所有，最后拥有全世界，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拿着他尊他为领袖。美国造反，那1400多个城镇搞占领华尔街运动，挑的是谁的像？毛主席的像，对吧？我们就是比一个制度，我们刚才比俄罗斯，我们比印度，我们通过这两个比较，哦，它是同类型国家的比较，能不能证明我们的路比他们的路选择的更正确？我们不说我们好的不行了，好的没问题了，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感到的不是没问题，问题多多嘛，我们天天我们难受死了。但是呢，我们在从那个大的历史跨度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路不是最满意的，但却是相同国家当中选择最好的。那有的说不对，你比了比都是那些落后国家，你都没比美国英国发达国家，这不是最简单的吗？其实可以具体的，但是时间问题咱们不能怎么办呢？咱简单的说句话，知道俄罗斯的改革，苏联的改革是谁操纵设计的吗？美国人，萨克斯计划。
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制定的俄罗斯的改革计划，结果实施了之后，俄罗斯崩了，苏联崩了，崩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不是美国的路吗？我们在十八大之前有一帮美国人来给我们设计，让我们有的有一些觉醒的觉悟的文人把他轰出去了，到现在我们党内包括政府内还有一帮崇美人还要继续拿这个美国计划来引导我们的改革。美国逼迫我们，你不改革这就涉及到美国利益，你为什么不落实你的改革计划？好像这改革不是给我们改的，是给美国改的似的。那苏联就是上了这个当啊。所以那个前几天我给全聚德烤鸭店员工们讲课，完了以后吃了一顿鸭子。他这个老总呢，他就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全聚德烤鸭就是全门店，是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现代的领导人，请外国人的这么一个厂房，而且都是主要领导。现在呢？不大在这儿了，因为老百姓很多，你要一有那种活动呢，它影响老百姓在那儿消费，就是把那鸭子端到中南海，完了之后他跟着去，那鸭子他是这样的，现场给你片，他不是说给你做好了端过去就行，他是要让你展示一个整鸭，完了这个啪啪啪显示那种厨艺，然后给你弄上来，然后给你包起来吃。有一次90年代这江总书记江泽民请叶利钦吃饭在中南海，那时候叶利钦已经就有点反悔醒悟了，哎呀跟蒋介石说得很投机，那最后呢就上鸭子，上鸭子就等于卷上饼，那不就吃饭了，把鸭子片了之后卷上去吃，吃完了之后江泽民就拿起酒杯来，那个意思就是行，今天大家不错啊，是吧，就准备散伙了。叶利钦说：“哎，别讲，我的话还没说完，再拿酒来，又拿了一瓶，往上倒上，咣一口。叶利钦是真是个酒鬼，结果他的死通了与这个酒精中毒有关系。喝完了之后，就放开说，说江总书记，我对你们中国不满意，仗着酒胆不满意。他说不满意呢。”有三个，第一个我对你们毛主席不满意，你毛主席你怎么跟尼克松握手呢？你跟尼克松一握手，我们能受得了吗？第二个我们给邓小平不满意，你怎么跟美国一起合着来整我们呢？第三个对谁不满意？杨总书记，我对你不满意。这都说了，为什么不满意呢？就是80年代末苏联解体之前，当时呢戈尔巴乔已经改到后期，就出现多个党派了，大量退党。叶利钦本来是莫斯科市的党委书记，什么什么退党，就准备搞分裂了，就算是就成了一个反对派的领袖了。这个时候呢，江主席就参加什么呢？参加一个。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呢，叶利钦就求见江泽民，因为他作为反对派领袖。当时呢，我们跟戈尔巴乔夫那是正常的国家关系，他又跟戈尔巴乔夫拧着干，江主席呢就没有见他，怕影响国家关系，没见他。他说：“你怎么能不见我呢？你要见了我。”劝我两句，我还能让苏联分裂吗？当时你不劝我，美国一天到晚劝我，分裂了好，分裂了好，这分了之后分成了这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三流国家。我们就想想，如果你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你当政治局常委、总理、副总理，你敢给中央提个建议，咱们这条路不走了，咱走美国的道路，你敢吗？前面就是因为这样走翻的车，你敢吗？这不太简单的道理，
啊，你说那上的主意，那收的主意，那没办法弄，要是早想了就问。知道印度是哪个国家给他设计的制度吗？印度的基础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吗？这条道路如果真正走下去能好，难道60年快70年了还看不出结果来吗？对不对？这不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吗？为什么我们不敢走英国和美国的道路？就是因为实践证明不行。那至于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是发达国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绝对不是因为，只是因为道路问题。道路肯定，它比那封建社会，它肯定是先进的。但是你想想，早期那种死于活的列队，昨天那个任老师讲的那种掠夺，那是灭绝人性的一种掠夺。中国，我们就想想，5000年的文明古国，在整个人类发展史当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建国初期为什么会一穷二白？那没想想这个问题吗？那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流出去了，对不对？直到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奔着哪来？国库，真金白银，络绎不绝的从北京拉到天津、上海、上港口拉回中国来。第二个目标奔的是大户，财富、财产，然后给你抢，然后就是平民，然后地上的抢完了，挖地翻身。说是当时英国指挥的印度兵是最会挖地的，这一帮人底下后来又成了这个朝鲜联合国军的一部分。当时听说着啊，收拾，全部打死，就打死了英国的双合营，然后我们一个连给收拾干净了。我们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了？那金黄金，你说那个吃的喝的吃了就没了，那黄金白银，那金银珠宝，那是一般的，它是物质不灭的，你打成首饰它还是金子的。那我们的金子到哪去了？没了吗？对不对？不要以为那，如果说那是制度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大家都是全民皆兵，往哪去抢去？但那不是人类最反人类的那种形式吗？关于道路问题，我就说这些啊。关于道路问题，我就说这些。再说说信仰问题。信仰是什么？刚才说了，共产主义。一说共产主义，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好笑。现在谁还说共产主义？共产党都不说了，对不对？共产主义有什么好信的？整个的是乌托邦，是不是？能信吗？你个实现不了的目标，你信他干什么吗？荒唐，是不是这个？共产主义该不该信？这不是就这样的问题吗？要解决信仰问题，大概有三个点。哪三个点呢？第一，共产主义可行不可行？第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到今天怎么看？那共产主义，我从第一个点开始说起，有多少时间我说多少，是吧？最后大家提问的时间不变，咱们讲课讲到8点半到10点半。是吧？休息10分钟，完了之后你们问，如果你们有疑问的还可以。共产主义可行不可行？我们大家，我看着昨天呢，我见了几个人对毛主席都很熟悉。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共产主义？知道吗？谁知道？年轻时代的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共产主义？有没有说？有没有回答？我想问你，为什么选择共产主义？谁知道？哎，好。因为我是听说当时他在那个湖南进行了一些调查，然后发现的话，大多数人的话，就是那个以下农民大部分，所以他选择了那个共产主义。啊，他选择了那个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看基本正确。
为什么选择呢？毛泽东啊，跟我们现在的青年是一样的，是确确实实是胸怀宽大，志向远大。当然将来有机会，我专门给你们讲毛泽东，因为我正在写一本书叫《领袖成长》，主要研究的阶段是从出生到28岁的毛泽东。28岁就是建党时，在这之前毛泽东不是革命者，他就是一个山区农民的孩子，两手空空出来到长沙求学，然后一加入党之后，那就是鲲鹏展翅90000里，翻动扶摇羊角，那就是不是一般人。但是呢，在我研究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在这之前，尤其是上大学期间，毛泽东的追求，毛泽东的理念，毛泽东接受那些名师的点拨，如果你那样想，他要不成大事，那就叫天理不容，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将来有机会咱们说。啊，我这本书写了快五年了，啊，昨天我给接我的几个同学，我简单讲了一下，简单讲了几个点儿，毛泽东叫立旗帜，就是发誓要改造中国和世界。我们想想，改造中国和世界，咱们随便说说可以。那真正把它拿来当个事儿干，你想想有多难。你凭啥你改造中国世界？一个农民的孩子，他妈你啥都没有，两手空赤手空拳，你还想打天下？他就这样打行吗？那必定有绝招的。我给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讲毛泽东的，我说你们把毛泽东学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那就够你打遍世界无敌手。他就这么厉害。我说你们不要说你就想毛泽东，你就超越毛泽东，谁要说谁自己是超越毛泽东，那叫无知。没有，不可能，那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不排除将来若干千年、若干百年之后有可能有，但是现在没有。到目前为止，人类发展史上的巨人，他是最高的。那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很简单的道理。上大学的时候，跟几个同学跑出去远足游学，跑到一个寺庙外边，跟那和尚纠缠了半天，和尚让进去，在那儿晚上住宿。住宿呢，这几个同学，小楼东风，月夜星空，就在那儿聊人生、聊世界、聊理想，一直聊到深夜。这个事情呢，后来被他一个同学用日记记下来，当时的日记，这完全是真实的。当然，起聊了很多，在聊到理想那儿说，他说呀，我选择的是世界主义，当时共产主义叫世界主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当时它的表现形式殖民嘛，资本主义表现的是殖民，为什么呢？到处抢掠，殖民主义是只为少数人好的主义，世界主义才是让大家更好的主义，所以我选择这个。但是当时不知道有共产主义，他就是想搞这个什么。到后来到了北京图书馆来看了《共产党宣言》之后，行了，就这样了，一辈子奋斗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就是毛泽东。他为什么选择共产主义呢？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从古以来，它都有对现实社会不满，而理想一个理想的社会，想往一个理想的社会。那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马克思给描绘的是未来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没有阶级的，没有你高我低，你不要骑在我头上，没有压迫的，没有剥削的，没有国家的，
人人平等的，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这样一个社会。用现在的话说，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共同富裕，人民民主，大家一块做，而不是少数人你替我做，你算了，你靠边站。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你想在阶级压迫非常深重的时候，80%以上的是社会下层，他能不选择这种主义吗？我们有的时候，我就是想往资本主义，那好吗？你就是选择让人家剥削你、压迫你，你就是选择让人家包容，你就当奴才。那有也有这样的人，那你愿意那是你的事儿。现在可以，你愿意你到哪个去都可以。实在不行，自己把自己捆起来，拴在台子上也行，对不对？但进步人类的追求，一定是越来越平等的追求，越来越民主的追求，越来越共同富裕的追求，不是这样吗？那共产主义就是这个追求，就是这个追求，有什么不能相信的？这怎么就成了反人类了？我们现在有的理论家、有的教授怎么认为说共产主义是反人类的？那他只有那个一部分人压迫了一部分人，一部分人欺负了一部分人，这不是反人类的？这跟那个原始丛林社会那些猴子、那些大象、那些老虎、那些野兽、那些畜生都是一回事儿。你要建设人类社会吗？人类社会一定是追求平等、民主、自由、共富的社会。我们说学国学，知道国学的精髓是什么？国学的起点是什么？国学的第一个起点是干什么？把人和野兽区分开来。有的一说人性就是那个动物性，我们那些作家一说是要以人性来描绘人，就是往裤腰带一下描绘，那只有那一点是人性，那不是野兽是些什么？那不是畜生是些什么？那是畜生也会干的。人之所以称为人，他一定是不同于野兽的东西，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东西，那才叫人性，对不对？你连这点区别不开，你还讲人性？你会讲吗？你知道人性是什么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一些文人、我们一些作家、我们一些理论家，就把那个动物性当成人性，把自己混同为野兽，那不就这样的吗？而反而成为一种指导思想，谁不这样写，谁就是反人类。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一种最进步的追求，这种进步追求跟历史上整个人类的进步追求是一致的。我们说现在有的不信马克思主义，信什么？信基督教。知道基督教的理想社会是什么吗？知道美国信什么？知道不知道？美国80%的是基督教徒，比我们共产党的那个党员的那个数量，我们党员才8000万，才占到10%几。不到10%，7-7%，美国80%基督教徒。那总统被选举上台选制的时候，一直是按照圣经上对上帝宣誓，你要不是的话，你没有资格当。他是这样的，知道基督教给人类指明的未来社会的方向是什么吗？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太应该知道了，天堂嘛，是吧？伊甸园嘛。我们不是老是说伊甸园的亚当夏娃吃了这回果，而上帝给贬下来了，贬下来，所以人生下来带原罪，怎么的属原罪？好好的做人，你的罪就没了，死了以后就再回到天堂去，跟这个法轮功有点相似。法轮功就是模仿的这个，但是他走到邪路上去，基督教还算个净教，他毕竟是西方一些传统文化的一种东西。那在天堂里有什么呢？什么都有。想吃有吃的，想喝有喝的，想找老婆你可以找一群，这就是基督教。那树上结的是金子，那珍珠玛瑙，河里流的是牛奶，太厉害了。这样的社会好不好？那好得很呢，谁说不愿意进这个社会？那不愿意进这个社会，设计个天堂干什么？知道伊斯兰教理想社会是什么吗？也是天堂。伊斯兰教的
原教旨圣经跟基督教是一本经，后来才分成了穆罕默德。所以旧约圣经既是基督教的原教旨圣经，也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圣经，所以它对人类社会的理想一样，基本一样，没有区别，对不对？知道佛教的未来社会是什么？不知道。哎，极乐世界，佛教的极乐世界是另一个体系，它的理想社会在物质生活上完全一样，就是有一点不一样。找不到老婆，为什么呢？在佛教的极乐世界里边没有女人，也有造诣的探讨过这个事儿。我们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西藏呢？没有。走进西藏，走进太阳，走进西藏，走进天堂，走进西藏，走进信仰。西藏全民信教，基本上是，而且他的信是五体投地。你像青海、四川这边的藏传佛教的孝亲信徒，攒一辈子钱，最后选一个健康的男子，干什么？克服，全家把所有的财产拉到自己的拉拉车上，然后过后勤保障，选这一个人，一步一头，手里举一个标志性的石头或者什么，啪趴下，然后这石头放在你手指高高的最远的地方，第二个头必须在这石头之后，从青海西四川一步一头磕到拉萨，多少公里啊，有的在路上就死了，最后磕到西藏的，你看这个地方还那个雪茄子，你在那个拉萨市，经常有这种人竖着英雄发，这个地方一个雪茄一步一头，哇，磕到最后，磕到大昭寺或者是布达拉宫，把全部财富家里省吃俭用省下的那个叫素月，就是那个大麻奶子上面飘的那一层，被他们认为是最好吃的那个东西，然后用那个小罐子装着，见一盏佛灯就添一勺，然后用那个什么一拨，那个灯火擦起来，就这样去添，然后把剩下的一千圣银，除了留下回去的盘缠之外，全部捐给佛爷。你说那种信仰虔诚不虔诚？虔诚极了。你在那个地方，你让你感动。你说走进西藏，为什么走进信仰？信的那种虔诚，他得到不知道，他是一种心灵的。那妇女的那个高原红的妇女是，这个是留的那小辫子，完了背上背着个孩子，那孩子那个黑黑的眼睛就盯着他妈在那干什么？拨那个油灯，一拨哗是那个灯光，然后映照着那种朦胧的那种神圣的那种表情，让你震撼，让你感动。一说这种信仰，虔诚极了。好了，我去在他的七楼见到了一个大概一间房子大的那么一个沙盘，上边呢是一些宫殿模型，全是用金子铸的。我就问那个喇嘛，我说这是个什么？这是表达了个什么意思？喇嘛说你这不知道。我说我知道，我还问你啊。他说这就是西天极乐世界的模型。人如果到那儿去，住的是金子的宫殿，河里流的是牛奶，树上结的是翡翠，那就应有尽有呗。哎呦，我说挺好。他说那当然好。我说你们修行是不是想到这儿？他说那对呀、啊，就是到这儿。达赖喇嘛就跑去达赖喇嘛，他就是讲西天极乐世界，他就那个地方的教主。所以为什么西藏他要信达赖？当然同时也信毛泽东。毛泽东是这个另外一个大和尚，他们认为信达赖。哎，我说这个地方这么好，怎么去？那小喇嘛说，修炼就能去。我说你们这儿有多少个这个喇嘛？他说大概几千个吧。
我说你们有修炼去的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不知道。我说谁知道？他说我师父知道。我说你师父在哪里？他说就在楼上那个欢喜佛附近在守着那个。哎，啊，那你师父来他去了。哎，上去之后，真是碰见他师父了。我说我在底下问你徒弟，他说他不知道，让我问你有没有去的。他说有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有，我说有什么人？他说前几年听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喇嘛圆寂了之后到了极乐世界。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到了极乐世界？听说的。那怎么证明他到了极乐世界？不知道。我说谁知道？哎呀，我师父知道。我说你师父在哪？他说在地上。他说不一定在，你看看能不能见了。哎呀，那天运气挺好。到了对角上，碰见一个七八十岁的，鬓发已经全白的这么一个老人，带着什么这个有一个人扶着他，啊，一看很像一个神仙。我也问了问这番话，那老头儿看了我一眼，你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是啊。他就说共产主义怎么去啊？我知道他是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他反过来问。我说老师傅，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什么呢？人类的理想就是非常美好的，是不是？佛教他之所以那么多信徒来去信仰他，去修行，围绕着去理解他的道路，干什么？他是追求一种未来世界，而且呢，这种未来世界的特点是什么？非常高远，去到非常不容易。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是劝人向上的那种，向上、向善、向美的那种升华。所有的教义都是这样一种感觉，对不对？这第二个特点呢？那有这两个特点，他就有很多的人去追求他。但是我们就反过来在想，那天堂和极乐世界是乌托邦还是实托邦？谁能证明天堂的存在？科学能证明吗？你证明不了。可能在梦里你可能梦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像天堂，但只是像而已。极乐世界的呢，证明不了。证明不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信仰还有第三个特点，它是在人心里。你心里有天堂，有信仰，有美好的未来的追求，你就得用这样一种追求去制约自己。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天堂不在天上，在地下，是不是？那我们这个群体，大家都互相团结友爱，大家都事业有成，互相帮助，那这不就是人间天堂吗？你说天堂不就是说我想做啥，我能通过努力做成啥，我想有一个周围的环境不尔虞我诈，不就是这样的吗？只不过在远古社会的时候，人们没法去实现的时候，他幻想出一个天上的地方来，那是原始宗教农业社会或者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东西，你信也可以。共产主义什么进入了工业时代，科学发展的时代，已经证明天堂不存在的时候，人们还需要不需要理想和信仰？需要。需要的什么呢？马克思给我们指明了人类未来的方向，共产主义，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走的，是要建立地上的天堂，人间的天堂。如果我们大家都奔着这样一个目标，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让大家共同富裕，让大家团结友爱，让大家一起做主来决定我们大家的命运的时候，这个天堂就在我们实践中，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不就是共产党人追求吗？这样的追求有什么不好？你说这样是反人类，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马克思不光是给我描绘了这样一个未来途径，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证明人类社会的未来一定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呢？人类社会的规律是个什么规律？我跟你说说，你看看对不对。第一个，必定从野蛮走向文明，对不对啊？最原始的是乳毛菌学，猴子变人，变成人之后，从最原始的那种野蛮状态走向现代的文明状态。那时候人不穿衣服，弄个树皮遮住就完了。现在我们衣服越来越多，越来越美，越来越功能多样，这不是一种人类的文明吗？再一个，从低级状态走向高级状态，原始社会最简单的那种社会关系，现在走向了比较复杂高级的状态。再一个，从不自由走向自由。你在原始社会，你那要是要到从北京到石家庄，到了西柏坡，我估计你得走半个月。现在呢，我走个把小时，你的自由度大大的扩展，不自由走向自由。第二，再一个，从少数人富裕走向共同富裕。奴隶社会、奴隶主就是说一不二的。昨天林老师讲的时候，美国就是个奴隶社会，一开始。那华盛顿就是个最大的奴隶主，美国，他家里有五十平方公里的庄园，50平方公里，不是亩，有接近700个黑奴，他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怎么剥黑奴的皮做靴，而且在报纸上介绍过今天，不要把他的国父吹得那么，他但是人家知道爱护自己的国家的创始人。他可以把一个妖魔，当然也是对他民族做出贡献的妖魔，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我们可以把一个圣人污蔑成什么都不是的人，这就是我们有些文人丧尽天良的表现，对不对？那好，再一个，从少数人多主到人民民主，是不是？最先奴隶主，到后来封建地主，到后来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让人民做主，这就是马克思的理想。这个理想是符合规律的，就是能做主的人越来越多呀，得到自由的越来越多呀，得到平等的越来越多呀，得到财富的越来越多呀，人类的文明程度这样才越来越高。你怎么能说资本主义是万古千秋的？他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是给少数人打工的，他怎么能是个最合理的社会呢？当然在人类社会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他在历史上起过很进步的作用，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出现之后，他就成了一种落后的生产形态。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向这种进步的目标去追求，这样的目标怎么能是不对的呢？这不是从理论上你不能讲到，在实践当中，自从有了社会主义的出现之后，一大批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被压迫国家独立自由解放，包括非洲。为什么非洲给中国好？咱们之前看，包括东亚亚非拉呀，这次习近平跑的这些地方，原来都是收奴役的，这一帮人，这个黑人在这儿开会来，外边哇军队围起来逮你，你跑啪一枪打死你，逮了怎么办？装到船上运到美洲当香蕉园的奴隶，只给你管饭，完了之后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让你繁殖劳动力，那不就是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吗？这是人类进步吗？这不是反人类又是什么？非洲的落后的今天就是因为那种贩卖黑奴把非洲的生产力彻底破坏，非洲的文明彻底破坏。为什么？所有有点能力的人都捉走了，剩下都是劳弱病残，等着死亡的。把非洲的黑人运过去，把美洲的印第安人全部杀掉，最后建立这哪是文明啊？对不对？那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吗？有了社会主义之后，他们才不敢了。为什么呢？苏联现在我们赶上是个失败的典型，
但是在他初期是高歌猛进，当时是美国人往苏联跑的。那美国人要不改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不改革，他就彻底崩溃。所以由原始资本主义变成我们现在看着还不错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出现之后他才改成这样的。我们知道美国有个罗斯福新政，欧洲到现在它的主要的掌权的政党是什么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这些党的老祖宗知道是谁吗？马克思。我们过去不承认他是马克思的信徒，就是因为什么？他跟资产阶级是一伙的，或者是保留资产阶级，我们要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区别和分野。但是呢，这些党上来之后，把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很多的有效成分改良到他的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当中，才使资本主义走到今天我们还感觉到不错。就是这样的，原始资本主义走向现代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再一个，包括中国，包括这些国家的发展，原来不是任人宰割吗？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诞生之后，否定那种强权政治，那种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这最体现在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见了黑人喜欢，见了白人不喜欢，在白人和黑人中间他支持黑人，在老人和年轻人中间他支持年轻人，在当官的和老百姓之间他支持年轻人啊，支持老百姓，在男同志和女同志之间他支持女同志。你怎么压迫人家，你怎么欺负人家，他是这样的。他就天生是一个弱者的领袖，因为这个世界上弱者是大多数，他都把弱者变成强者，最后收拾强者，打败强者，让你强者逼着你公平的对待弱者，实现一个人类的平等。这就是马克思，对不对？那有的人说，哎呀，你说的挺好，但实践当中不怎么样。那到底怎么样不怎么样，也面临第二个问题，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我们这个信仰在中国的实践啊。你说打仗在过去呢打得都挺好，我说的这些都是现在网上舆论盛行的东西，甚至占主导的东西。一提起新中国，那就比旧社会还黑暗，是不是这问题啊？那到底我们的共产党领袖给我们留下了个，尤其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建立了什么人？我们是从那个时候五六十年代一路走来的，我们是有亲身体验的。如果那是个人间地狱，我们能如此的忠诚吗？对不对？你回去问问你的父母，当然有的父母可能有些这样的看法，或者这样的看法有的是在实践当中有一些想法，还有的是受一些影响，受一些文化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还是看这个国家，毛泽东带领着这一代共产党人给我们新中国留的什么，留的什么？我们想想，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而且是看起来可以忽略无计，实际上谁都做不到，把一个百年战乱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和平发展。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可以安静地听老师讲课，可以自由地组织起来讨论，可以尽管比较艰苦去做个大锅饭大家纷纷吃，但这一切有一个离不开的条件，我们是和平安宁。如果那边就是那个飞机大炮，说不定拿一会儿就来过来轰炸了，你敢这样坐在这儿吗？那不找死吗你？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想想，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从1840年开始，被一些文人们说现代化开始的那个时代，109年间，我们当时的国民生活在什么的状态下？什么状态下？战乱不断的状态下。怎么个战乱法？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多少次？或者说6次，或者说8次。什么概念？
我说这个六到八次什么概念呢？每一次入侵的结果，中国是割地赔款。我们想想，现在一个钓鱼岛，我每次讲课有人说：“钓鱼岛能不能打？敢不敢打？”那钓鱼岛飞机飞一下子，全世界震惊。你要真正那地方啪，今天响一枪，那就马上冲着世界舆论。但是救中国呢？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六到八次。我说六次就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八次呢就是悄吧悄的就给你割地赔款了，丢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平均每15年左右一次，每30年就被外国人学习一次你的精神。第一次吗？英法联军吗？把你北京洗了一遍。第二次八国联军吗？把你北京又洗了一遍。第三次是日寇吗？把你南京洗了一遍。南京这个光杀人杀了30万，我觉得不止30万。你别看他不认账，你想想一个南京是手无寸铁，他进来之后就是要立威的，就是要收拾你的，烧杀抢掠。那有统计的30万。那八国联军呢？八国联军最后把大炮支到你前面棱子上去，直接炮口对着你故宫。那是个什么概念？你看我们现在让美国的把大炮推到你天安门上去，我们这些人还能够按照样的生活下去，到现在的样子生活下去，不可能啊！要么当汉奸，要么当水民，要么起来反抗。那不就是反抗就是要打，打就是要流血牺牲，就是要死人的，对不对？把中国财富都抢上去。再一个，这只是外战。我跟你说，有的说八国联军啊是多么多么的好啊，什么什么带来了现代文明啊，这些人我叫我说一定是外国人留下来的孽种。为什么呢？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不会这样说话，但是现在在我们大学里，在我们的李文健，在我们的文人当中有一批奸了男人全部杀掉，奸了女人全部当消费品，把皇帝岳父家40几口子女眷绑到天坛里边，供一个连的外国兵消费2个月，然后放回来之后残花败柳，无脸再见人，全部自杀。皇帝的岳父家都保不住，你想想，你其他人能保得住吗？你说当汉奸人家就不会，当汉奸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有抵抗力。你当汉奸才用你。如果这个民族不抵抗了，当汉奸你就是最先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奉献给外国人，不就这样吗？烧杀抢掠，前几年北京要拆除那个违章建筑，那城区的旧建筑，有的专家们说这古城面目不能破坏，这些都是文化遗存。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哎呀，他说你们考究考究，这北京这些东西叫古建筑吗？那古建筑早在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已经全部给你烧毁了，除了故宫的皇宫之外，现在的东单西单的房子全是违章建筑，就是我说那些旧房子烧毁了，有钱的搭个好棚子，没钱的搭个烂棚子，都是那样的房子，全部给你烧掉。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再一个，外战没有，内战平均每5年一次。那内战不是说像那歹徒要拿了个刀砍你俩，那哪算事儿？那根本不算事儿。那什么呢？动不动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干起来了，一弄就是赤壁千里。我们想想，在这种状况下，你还想设计人生、设计未来、设计社会、设计事业，能设计吗？离乱人不入太平犬。我们现在家里养着小狗，天天给它洗澡、喂香肠、喷香水，还有吹空调等等。夏天穿上那吹上空调，冬天穿上棉袄，还穿上小皮靴子，是不是？战争年代有吗？你能保住性命也不错了，对不对？那不是说
没有人不想改变这个面子。有啊，有很多人想改变。从1840年以来，无数的知识人士想改变这个面目，改变了吗？改变不了，得到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日甚一日，沦为亡国灭种的状态。我今天有个学生说是救亡图存，一点都不错，那1809年就是救亡，没出得了，最后出来毛主席、毛泽东，我们中国的面目才焕然一新，我们有了今天这样的生活，或者从我们的父母开始，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就能在一种比较和平的、有尊严的环境下生活。能做到这一点，谁不做不到？谁不想啊？但是他做不到，没那本事。毛主席有这本事，包括咱们讲的抗美援朝，那么多列强国家全都在那地方一锅废了，谁能做到？是不是？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真站起来了。1949年说中国人站起来了，没有几个外国人认战，中国人站起来了。你站起什么来了？你在奥林匹克级的巅峰对决当中去竞赛一下，你能打得过我，你才站起来。你打不过我，你那站起来是自己吹的。我们现在老说我们还不是强国，实际上，按照帝国主义的那种理念，早在1953年，抗美援朝停战协定签字的时候，他已经不折不扣的认战。谁领导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和我们的父辈做的。还有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有人说那事儿不行，有人说那事儿人民生活非常凋敝，百业凋零，什么什么，把这毛主席领导人看成就是一样。但是我只告诉你一个，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建国初期是旧中国是35岁，我像我这样的已经快两轮了，是不是？你们这里边恐怕有的人快接近尾声了，个别的啊，大部分已经年过半百了。35岁，你想想，你不就15、16岁你就过了半了吗？啊，十七八岁就过了半了吗？我们想想，你这里边大部分就得20岁左右吧，那你还有十几年的事儿啊。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已经是69岁，人均寿命的提高啊，那是说明什么？还是综合指数。再一个，现在大家还有个坑儿，哎呀，共产党中的毛主席领导人没饭吃，哎，饿死了成千万上亿。本来是美国转进来的数字，后来让我们的一帮人炒成，结果得8000万，平均每个家庭要死一个，就饿死一个。当时生活艰苦不艰苦？艰苦。我们从那时代过来，比起今天来讲，一定是不如的。我说生活水平。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饿死了3000万、5000万、8000万，每个家庭饿死一个人。但是，从1950年到1976年，就是毛泽东领导，平均每年增长人口知道是多少吗？他是5.41亿涨到了接近8.19亿啊！有的数字我记不大清了。平均每年增长1420万，人口增长从1950年一直到1976年，每年增长1420万。我们知道旧中国，咱们有很多果粉说蒋介石好呀，国民党好啊，是不是多么自由、富裕、平等啊？好了，我就讲一个数字，就是他们国民党自己统计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最黄金时代是哪一年？1927年到1937年，就是国民党4·12反革命大屠杀，到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
那一年，你最后日本人占了，你在国民党领导下占了，那就没办法了。这十年，平均年均增长人口40万，他黄金岁月每年增长40万，我们那个黑暗的新中国每年增长1420万，谁是天堂，谁是地狱？中国的男人变了吗？中国的女人变了吗？中国的人种变了吗？中国人的繁殖能力变了吗？没变。为什么那个时候就生不出孩子来，养不活孩子？现在就是他的40多倍，那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新旧中国两重天。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旧中国就是地狱。不要老看着电视剧上富丽堂皇、西装革履，那是极少数人。如果大家都那样的话，那中国一定是伟大的。但是为什么生不出孩子呢？搞计划生育了没有？蒋介石从来没说过计划生育的事。但相反的，毛泽东被污蔑为批了一个马云初步登了三亿人的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说计划生育。所谓的马云初那人口论，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写出来。最后这历史竟然颠倒的，我们一提到马云初就是毛泽东错批了。实际上批马云初的不是毛泽东，毛泽东管你那么点点事儿，你写本书我管你什么呀？你又不是反共的，你也是研究社会的，是北大的教授们说你这个观点不对的，就开始争论争鸣，结果就成了批马云初了，然后就结果成了武增三亿了。那武增三亿那是不是6亿人口？武增三亿是9亿人口，那到毛泽东死的时候才8亿多，那一个亿跑哪去了？我就说我们的中国的一些文人，特别是做什么那种不严谨那种渣子那些论文，咱们说句话，硬到了让你非常瞧不起的程度。那我们就说一个什么，为什么增长那么多人口，是个什么概念，是个什么概念？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在毛泽东和我们老一代努力下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不然怎么能生存这么多的人，包括黄赌毒的清扫啊，还有咱们大家现在最懂，毛泽东建立了个人类历史上或者当今世界上再也很难找到的最清廉的社会，最平等的社会。基尼指数，咱们现在北大有一个调查数字，1%的人口占据了30%以上的财富。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有不满意呢？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什么不满意？就是因为你的成果让少数人给他们标准，你成了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不就这样吗？我们不满意。但是毛泽东的时候呢，是最平均的，平均到所有外国人说：“哎呀，这是人间产物。”为什么呢？平等的社会在这儿实现了，没有那种你说你家的什么，他家的怎么了？没有。毛泽东本人一个月400多块钱的工资，在中南海住的那房子，一个月交房租70几块钱，用的家具除了政治局开会的那个屋子，那家具是不交房租的，不交租金的。他的房子和他吃饭的和他老婆和孩子住的房子，家具都是要交租金的。一直到死睡的是一个大木板床。他那个台灯是个什么台灯？是呢，警卫员用那个旧胶片自己做的那个台灯罩子，自己用一个钢管做的台灯。我跟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周凤鸣很熟悉。周凤鸣是从60年开始到76年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老头现在快80岁了。
到处讲。他说我是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可是有人不相信。他说能给毛泽东贴身的只有他老婆，你怎么能给他贴身？他说我就能，然后就拿出一张照片来给我们看，一看真的。怎么贴身的呢？毛主席在长江的游泳，在上船的时候，他抱着他，那肯定是身贴身肉贴肉的贴身卫士。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已经咽下那口气，他流着泪给毛主席说：“我想给毛主席带你去吧。”他原来是个理发员，到毛泽东身边，毛主席答应了，答应了就躺在床上，怕惊动了自己的敬爱的领袖，接着慢慢的就给了最后一次吧。这老头儿每讲起毛泽东，眼泪都含着眼泪，他说没有像他那样。他那种清廉，包括江青那种清廉，他就讲了一个事啊，包括他的管账，毛泽东管账的每一笔账都记得钱，每一笔钱都记得账，哪怕花二分钱买和火柴都记得账。说江青啊，原来是电影演员出身，完了之后呢，这个他就养成一种非常讲究啊，非常时尚的那种追求。但是呢，钱不多，江青工资200来块钱，这个每月除了吃了喝了剩剩下几个钱，还有个这习惯爱照相。那哎，想穿点怎么办呢？就是到商店里跟号发布，自己做，江青手很巧。当时文化革命风行的布拉吉，就是那个，你们可以到这个银两。到这个阴凉里面，免得晒了。咱们还有几分钟啊，啊！哎呦，脚掏了。那就，你们休息完了就提问。我把这件事讲了啊。文化革命当时风行的那破垃圾连衣裙，就江青发明，自己设计自己做的。主席的夫人，我们想想。但是有一次看见一件衣服。就是怎么也做不出来，太复杂。是洪都制衣公司，就原来是搞西服的，现在这个是中国比较有名的衣服国有企业做的。那就做做件呗，是吧？做件就把那师傅请来，然后就说了说，师傅就给他量体裁衣，完了之后呢，又给他修改修改，穿着非常满意，很高兴，说行了，结账去吧。结果那会计五点灯去结账，然后就把那个算算账，拿着单子回来说：“江青同志，一共142块钱。”江青一吃的脸就白了，是不是算错了？江青再算算，又算了，一分都不差。江青火了：“这五连灯，你这不是害我吗？你不知道我没钱吗？这么贵，你这我哪能穿得起？142块钱。”那怎么办？你为什么不问好啊？要问好，我就说你见着你拿回去你穿了吧。我连灯说：“江青同志，我哪能穿得起？我一月40块钱还养了7、8口人，我要买这么件衣服得2年，我穿不起。”说那怎么办？我反正没钱，反正我的钱都在你手里攥着，我走了。一拍屁股走了，剩下吴连灯一个守着那件衣服。那没办法了，吴连灯就去，那不能退呀、啊，要现在能退了就完了。那一退了，那是国有资产的损失，是吧？已经给你做出来，你能不要？你要没做呢，原来的布你也没割了，那还可以。就去找当时的中办主任王东兴，找到王东兴之后呢，就说了说这个事儿，王东兴把他批了一顿。说你这办事儿就是办事人员，你知道他有多少钱，你就应该预先的给他报个基本股价，那上啥下啥超了多少，完了之后你问问他能不能做得起，想还想不想做。那你这弄完了之后你怎么办？就是替他办事不利索。那怎么办呀？那没办法呀。那服这衣服已经做好了，就是给他量体裁衣做的。那怎么办？那我没办法，那不行，就从毛主席的稿费里边出。毛主席的稿费是一笔公款，
毛泽东写文章是上千万字，全世界几千万字，但是他的稿费一分钱都不能用去加钱，毛泽东也不用，就是他的政治激动。你比方有下边有人来信了，说是毛主席啊，我们不行了，啊，受了委屈了，什么什么，来给你几百块钱。有些那个党外人士啊，什么给你点补助，包括是在这种钱，家庭生活不让你。那但是你不知道毛主席的钱不让用于家庭生活，说那怎么办？那确实没钱，一分钱没有这笔钱，哎，那算了，那就用这笔稿费出来，就用了毛主席的稿费支了这个东西。但是呢，说了什么呢？说这是共产党。江青不能穿，就把这衣服弄来之后放到中办仓库。江青直到死再也没见这件衣服。为什么是清廉的？我们的领袖是清廉的。有没有送礼的？建国初期都是老部下身经百战，血里活里带着他们走向胜利，成了新中国的一代精英栋梁。谁不感恩毛泽东啊？那个云南什么当官的，咣咣邮上两筐荔枝来，那是岭南水果的，北方没有。我说不行，不能要怎么办？邮来了，你带邮回去完蛋了，搁幼儿园吃了。完了之后问他，这荔枝在云南市场多少钱一斤？你们要说4毛钱一斤，好，以8毛钱一斤给他算回账去。包括谁还敢邮啊？你那再给毛主席邮水果，那不是坑毛主席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那时候全党上下的那种风气，我在毛泽东时代，我是个党战士。我们最爱给领导一块儿出差。我们从我在北京当兵，经常到这个保定的易县，风萧萧兮易水寒那个地方，到那儿去。我们有个部队，从北京坐上车到易县来，要在中途吃一顿午饭。要是有领导坐在这个车上，我们就沾光了。怎么沾光呢？吃完饭以后算账，谁拿钱多，谁工资多，这个钱谁掏。我们战士一个月6块钱，我们的领导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抗日老八路，一个月大概140-150块钱，那你工资是相当高的了。8、9级十来级的干部，那算是高干层，那就掏出5块钱来，完了之后把这顿饭钱支了。支了之后呢，哇再往前走。等到回来之后呢，因为我们是出差，每天要报2毛8分钱的出差补助，这个钱是揣到自己兜里去了。吃了领导的花钱买的饭，我们还抱着补助，你说这好事我们能不干？这说明了个什么问题？你现在你给领导出来出差，你还想让领导掏钱？请你客，你想掏还不一定。领导满意了，是不是？那就是那种风气。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说一个文革初期大串联，大串联是什么概念？现在说多党制民主制，我们是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候我是这个上高校，我们的一个班40个人建了17个党，3个人2个人，咱是最好的，咱俩是好朋友。咱建个什么呀？造反吗？要造反，咱就建个这个主沉浮战斗队，为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俩。然后今天我不跟你这，咱们3个再建个什么风雷击兵团，3个人，然后把校长喊过来，来，上台，我们一块儿要开你的批斗会。开什么批斗会啊？你那一天见了我们一个同学说话不客气，你那天见了个女同学多盯了人家一眼。当然那就对了，咱们现在回想起来不应该那样，但是那时候就是这样。大民主，说是民主，我们的民主真是到了底儿了。你说搞多党制，
我们玩的那都是那西方都是玩的我们的生活。那时候毛泽东的红卫兵遍布全世界，日本的前首相菅直人是东京工业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子，德国的法国的现在的这些很多领导人都是法国红五月革命的时候红卫兵头子。当时法国的红卫兵六几年六八年六几年把法国的政府给弄垮了，把戴高乐给赶到英国去，英国从英国接的军队把红卫兵再打下去，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造反，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解放全人类，包括现在的缅甸，我们知道缅甸那个掸邦啊什么都是，那地方有七八个省，它的省可能很小像个县，所有的省长都是当时初期解放全人类的红卫兵，把中国的当前犯都打倒了，这中国没得解放了，还解放谁？没得解放了，咱们去支援世界革命去。那红卫兵就跑到缅甸去了，叮叮咣咣就打下来了八个省，到现在都是他们占领的。那个地方的军队也叫人民解放军，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军队。阅兵的时候怎么着？喊的口号都是：首先，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然后就正步列队分夜市的时候，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那不就是我们的毛主席的口号吗？对不对？你说是怎么让毛泽东洗脑了？那美国人咱们怎么去给他洗脑？包括美国总统，其他的事儿咱们说不上。奥巴马上台以后第一个圣诞节，那圣诞树上挂的确实是，为什么呢？前几天我见了一个湖南的叫罗啥的那个民间研究毛泽东的第一人，湘潭的他叫啊，你看一下子给忘了，这年纪大了也忘事。他刚从美国回来，美国乌斯大学请他到美国去讲毛泽东，他是个民间学者。咱们说要是咱们任老师啊，包括艾老师要到美国讲还认他呢，他是民间学者，讲完的时候把美国学者弄得这个目瞪口呆的，哎呀，说这跟我们听到的那个不大一样，这样毛泽东是个圣人。完了之后呢，他挺什么，他不但还有什么，他给北大是清华的还讲了一课，讲了一课呢，他是讲美国人对毛泽东的热爱。完了之后呢，他不是王平嘴说，他带着小录像机跟一个黑人接触的事儿，这个黑人说毛泽东是我们的伟大领袖，说为什么美国黑人能有今天，没有毛泽东是不可能。50-60年代中国连续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几十万人的聚会，在天安门广场声援美国黑人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给美国政府要人权。这中国一声援美国黑人就更厉害了，全国的人闹，美国就没办法了，就调整政策给了黑人更高的享受一般国民的待遇，所以才有了政策的调整，才有了奥巴马的今天。所以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幸福不忘毛主席，当了总统不忘毛主席也是应该的，但是奥巴马表现不好，这个家伙与我们的期望不大一样，所以说革命者也有可能当叛徒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要非议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社会共产主义，也是人类最理想的，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它不在天上，它不是乌托邦，相反美国人的信仰是乌托邦，它是在天上，我们很难想象在天上我们可以去生活，除非将来的月球上你建立生活，你月球上中间不能建，对不对？很难想象，我们是要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建立一个没有差别的团结友爱的物质和精神这样的一种都是富裕的这样一种社会，大家说能吗？如果大家都这样想，
就像我们的一个团队，大家都有追求，这就是一个有追求的团队，大家都好，都当好人，这就是一个好人的团队。如果大家都不跟好的学，都跟着坏的学，就像我们有些作家一样，都往裤腰带上写，那就是流氓团队，那不就是这样的吗？一定的，而且呢，它是无限的靠近。如果信仰，那么一天就实现了，那还叫信仰吗？那只能说你想吃顿好饭，吃顿红烧肉那一类的，差不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理想是神圣的，我们的信仰是壮丽的，我们的实践是艰难苦曲折的，是无比辉煌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向未来，走到我们理想的境界，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使命。我有讲这些，谢谢大家。好，大家可以休息十分钟，活动活动，上个厕所，拿个水。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传播的速度或者深度这么不尽人意？而为什么刚刚您说的佛教和基督教为什么传播的速度这么快？到底共产主义信仰传播的困难在哪里呢？谢谢老师。从昨天开始，我就发现我们同学们呢问问题的质量不错，这体现了我们这帮人的素质和水平和一种追求。刚才你讲的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传播为什么这么不尽人意，而且其他宗教的传播为什么如此的怎么的说呢，不断的扩大，而且信众越来越多，共产主义信众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呢，你要说共产主义信仰传播不尽人意呢，只能说目前在相当一个时期，共产主义高歌猛进，磅礴于全世界。我说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成为一种世界的潮流。中国革命最后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直到80年代，那你哪来说我不信共产主义的？没有。有的人说那时候好像他是个反潮流的英雄，这些人这样说的人基本是骗子。为什么呢？我们就发现这些人恰恰当时是极左的，好多人都是这样。首先说中国真正共产主义感觉到很失落，是80年代以后之间，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在全世界，我刚才讲了一点，包括欧洲，包括美国，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最发达的部分。美国从30年代开始搞新政，所谓的新政。核心的成分是共产主义理念，什么嘛？就是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人待遇嘛，然后国家加大干预嘛，三高一大嘛，高消费、高生产，这个什么高干大干预嘛，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在欧洲就更厉害了，原来那些纯资产阶级政党下台，最后换上的什么呢？社会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还有工党，这些党。他的祖宗就是马克思，他跟我们的区别，我们当时不认他的账是社会主义，是为什么呢？我们是暴力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彻底清理过去的底盘，然后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他们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改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靠拢。所以我们今天走到欧洲，就会发现可能在欧洲国家的很多地区更像社会主义，比我们还像。这就是共产主义传播的结果。但共产主义它的传播过程当中，它也是遵循着一种规律。什么规律呢？叫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宗教呀，不要因为宗教从诞生之后2000年来就是那个一路高歌猛进，
从来没有挫折，从来没有低潮，绝对不是。就在中国佛教传来之后，还有兴佛的时候，还有灭佛的时候。一旦灭佛的时候呢，和尚全都把你赶走，完了之后再兴盛。所以我跟一个老和尚说，什么时候国运兴，这个啊佛教兴，国运就兴；佛教灭，国运就灭。他也有一个高潮低潮，共产主义也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呢有若干个波浪，今天呢我们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处于低潮。为什么低潮呢？苏联解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这是一个最重大的标志。从那以后，整个资本主义高歌猛进，全世界原来那些不管是真心假心的全都改变了，包括中国自己，甚至都有很多人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甚至排挤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就是这个。这恰恰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便是真理的发展，它要经历这个过程。那我们之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在坚定不移的讲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真理，是光明，是人间大道，是最辉煌最伟大的奋斗目标的时候，我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我刚才有一个同学问我的事，我说60-70年代我们生活在毛泽东的思想体制下，我没有不信共产主义，整个中国人民谁不信共产主义，谁不是红卫兵啊，都是，那入不上红卫兵的急得哭，那不就这样的吗？但是到了80年代之后，随着一种非毛反毛的思潮，随着打开以后，一些信息扑进来之后，就开始反思，哎，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那我们也是进入这个状态。但是从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一批又一批的人又回归到正道，就这样又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上。为什么？尤其到了今天，包括我们同学们在内，我们有很多的愤慨和不满意。这些不满意来自哪里？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呢？恰恰是我们放弃了共产主义导致的，放弃了信仰导致的。共产主义哪能让你两极分化呢？不让你两极分化。共产主义应该是最平等的社会，毛泽东的精神上我们建立的是最平等的社会，平等到不能再平等的程度上。所以改革开放初期你知道喊的口号是什么呢？第一，反对平均主义，太平均了，反对；第二，反对无政府主义，太民主了，无政府了。我们这一代人生长的过程是天生不怕领导的那一代人，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四个字，造反。毛主席亲自号召，号召什么？敢把皇帝拉下马。按道理讲，你是皇帝，怎么敢把皇帝拉下马？他所谓的皇帝，就是所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不管你是什么干部、什么权威，全都不行。全都把你拉下来，是这样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到了文化革命后期，有点文化革命初期一段时间有点失控，所以后来呢，就反平均主义，反无政府主义。但是走到今天，我们就发现，还有平均主义吗？没了呀。现在我们应该反两极分化，反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反对资本压迫，反对少数人把权力自由化变成他自己家的。为什么？实践教育我们，我们本来想建立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的时候，发现走到这个房间里面怎么办？我们大家形成共识之后就去调整了，把它调整回来，就像开车一样，哎呀快到楼里去了，到了路边去了，咱们调整调整，往左打去了，往左打，
完了，这个方向走着又走跑到这边了，怎么办？再往右，这路就是这样走，在徘徊中前进，在曲波浪时曲折中前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人生事业革命，走的是什么道路？知道吗？叫之字形道路，知乎者也的知。不要幻想你的未来是平坦的、笔直的，不可能。不要幻想你的事业和成长也是这样，不可能，肯定是曲折的，对不对？那共产主义这个理想信仰走到今天，它是在那个薄下边，到了薄下边之后，另一种思潮就肆无忌惮的发展。当发展到它的极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比共产主义差远了，你是一个反动的、倒行逆施的，怎么办？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宣传、重新宣传、重新回归我们的理念的这样一个实践性的一个基础。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包括很多国家，包括你像俄罗斯，前段时间网上传了一个普京的一个讲话，就是乌克兰事件前后。他说我们本来想去侵袭方面，捡起之后扎到你那儿去，结果我们发现你绝对不是为了我们好，你是想让我们彻底消灭。我们今天能吃正餐，那是吃够了苦头和教育，我们才回归到这个正道的。原来有一帮人那亲得不得了，好像一旦放弃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马列主义，那马上就变成西方那种富裕的那种状态，包括他们宣传的，有些真的，有些假的。结果到后来以后，一旦崩溃的时候，发现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你要不愿意踏，就再继续打你。就是这个，我们在国际关系当中，为什么今天走这样的战略？我们80年代也是亲美的。毛泽东的时候一开始是既反美又反苏，后来呢为了反苏而跟美国搞通了，到了邓小平的时候离一边倒，跑到美国那儿去了。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共同利益，苏联还没倒？结果等到苏联一倒以后，发现美国绝对给你不省油，他一旦有喘息的机会，马上就要开始打你。所以我们今天不上当，那不就这样吗？他都是这样一个在实践当中辨别真理，在实践当中选择真理，在实践当中调整我们的认同、我们的价值观，最后走向人间大道，走向真理的未来。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规律在决定着，也是这样一种人类在实践中比较的过程。那我们相信，人类的这种社会发展，它必定是走向那种方向，是文明的方向，而不是野蛮的方向，走向更加平等、更加民主、更加共同富裕的方向，而不是反过来。反过来一定是倒行逆施，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坚定不移的追求和我们信仰之所以执着的原因。我理解不解？老师您好，就是我提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外交的，就是我挺佩服两个第一夫人，一个是美国的米歇尔奥巴马夫人和那个中国的彭丽媛夫人，就是我觉得彭丽媛夫人在中国的那个外交其实开了一个就是清新之风吧，就开通了中国就是第一夫人就是外交界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说我想就是您就是来比较一下这两个第一夫人的，就是包括她的行事风格，或者说她就是特点吧，就是外交特点。还有我想就是在彭丽媛夫人开创这个新境界之后的中国第一夫人该如何就是在其他方面或者说就是做得更好更有建树。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就是我是算就是喜欢质疑那种人，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听这么多，然后哎呀当时冲击了一下，就是我想就是今天我们所听的，包括我们之后就是所听的一些东西，所了解的东西和我们之后从这儿走出去之后做是怎么一个关系，就是当然是指导的关系，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把这个精神落地。比如说我在就是今年就是上就是上半年入党了嘛，然后就是我在讨论就是入党这个对我们这个做所作所为的影响方面在讨论，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觉得有句话特别好，就是学姐说的，就是共产党当了一个党员不是说你每天要高唱着什么为实现什么要努力奋斗，而是说比如说一个小小细节，比如说你在公交上坐的时候一个老奶奶来了，可能你当时不舒服，但是你想哎我是个党员，就心中可能会油然升起一种责任感，要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啊，我就说这个是真的是很具体的小细节，所以说我觉得从我们每天那么听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从落到实处。其实我自己有很多思考，就是比如说每天总结，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其实听了还挺有点累，就是可能晚上睡觉了就直接睡觉了，但是可能我可能晚上会打个台灯，然后把每天就想一下记一下，然后第二天再看。我相信很多同学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同学们还要后续的继续交流，比如说建一个什么群之后在一起慢慢讨论交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光听了然后大家再分散了，其实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所以说我就但是这是我只是两个小的想法，就是请问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指导性的意见，谢谢。哎，好好好。哎，挺好挺好，挺实际，而且层次挺高，既有世界的又有中国的还有个人的。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了党员之后怎么去把信仰落地的问题。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我们这个党是有信仰的党，正因为有信仰我们才成就了一番伟业。我们这个党呢，又有很多党员丧失了信仰，正因为丧失信仰才出现了那么多败类，才使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那么多我们不满意的现象。现在呢，我们重新怎么说，强化我们的信仰，强化我们的理想，就是想有信仰的人更多起来。那有信仰的人更多起来，就让首先是每个党员和追求入党的青年，你按党的信仰去办事儿。党的信仰你用理论去说，有很多的理论，但是现实当中你就是要做一个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有益于多数人的事。解放全人类吗？为多数人的幸福服务吗？包括我们自己。那怎么有益于多数人呢？你就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党员就是说的挺好做的不行，那是假党员或者是不合格的党员。我们大家都去做，那我们这个党就是一个有信仰的党。我们让这个党有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有信仰，那我们这个党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的事业就会越来越伟大。那相反呢，如果我们整个党的多数都丧失了信仰，不愿做好人去做坏人，这个党不就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了吗？现在就是丧失信仰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党的追求，整个的宪法党章的追求还没变，但是实际掌握这些追求的人有一些人变了，变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用整个党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矫正他。这是大的国家的，小的呢，有些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讲得挺好，回去以后就办坏事，怎么办呢？首先要清除他，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不这样干，我们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那我没当领导干部，我就是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工人、普通创业者、普通白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敬业，做社会的正能量，做一些
为大家服务的事，为大家服务也得来大家为我服务，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社会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共产主义就离我们是近的。如果大家都反了过，共产主义离我们是远的。共产主义不在天上，也不在缥缈的未来，在哪里？在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公民的实践中。你去都去实验共产主义道理，他不就这样了吗？所以共产主义有什么信不信的问题啊？你只要想做好事、做好人，那共产主义就在你眼前。你要不做好事、不做好人，肯定他骂共产主义。为什么呢？共产主义让大家做好人们，对不对？这个问题我先到这儿。我看到他刚才回答得很对，我就是谈谈我听了他的这个对问题的认识以后的联想。刚才讲到彭丽媛和奥巴马夫人的问题，一个白的，一个黑的，我觉得不是白和黑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两个差距很大。彭丽媛应该说给我们国人争夺了面子，习近平啊，有了彭丽媛，应该说也是郎才女貌，很般配。我对习近平的历史呢还有点研究，他家庭咱不说了，那大家都知道，他父亲肯定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高级领导干部。后来呢，因为有一些力量攻击他，我说这力量不是毛主席，就抓住他攻击，然后就把原来的高官给撤了，一直在哪里呢？原来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办公厅秘书长，那是很厉害，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结果后来人家攻他，就完了，因为形成力量了，就没办法了。就弄到洛阳一个机床厂啊，是机械厂、拖拉机厂，当副厂长，有一个副国级干部变成了一个副处级干部，一直当了大概十多年吧。但是毛泽东的时候处理人呢，他不像现在这样，你可以在高位上干，也可以在低位上干，那干好了，大家感觉到你行了，你再回来。像邓小平一样，你当总书记。那文化革命你不行了，你就下去到工厂里去当那个钳工，当然你的待遇不变，工资拿着不变，天天喝茅台还可以，当钳工完了之后一晚上又回来去当副总理，当总书记，当总参谋长。就这毛泽东的理念叫什么呢？人呢有上有下，对干部的成长有好处，老在那上面容易脱离群众，你到底下去接触，以没有职务的身份接触普通群众，你才知道普通群众怎么想的。你要是以董书记的身份，你去跟普通群众接触，哪还听到真话呀？都跟你说好话听吗？不对劲儿。习近平曾经下乡七年，我们可能有的曾经七八次的进过我们的夏令营，是吧？习近平是正儿八经从15岁开始到22岁。在农村干活干了七年，最后因为表现好入了党。入党的时候，因为他爹曾经受过处理，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那县委书记亲自拍的板，为成分论不为成分论，重在政治，咱们也可以当做一个可以改造好的自己嘛。习近平是这个，没有沾他爹的光，我就说这是。入了党之后，他那个老书记，我到他那个村里去过，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文安邑人民公社梁家河村，现在跟这个差不多，现在这个叫什么梁家河吧，我看早晨瞧我们住那个地方，梁家河，他叫梁家河。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入党介绍人老书记在街上，在那站在门口聊天，一声我下来之后说，哎，能进来，然后就说起来了，我这是第一手的听说的。当时入场之后，他说习近平比我能干，他28岁，这个老书记自己不干了，重新改选，让习近平当了书记，那是发自内心的。当了书记之后，习近平留下了两个业绩，
第一，领着老百姓，那村里的村民修了大概六七百亩旱涝保收的土地。我们想想的黄土高坡啊，我们坐车经了一两个小时，最后就是泥巴路，你往山里走上三个小时之后，你知道那个路是什么样子的，都是那个冲击沟，那黄土草都不长的。他领着修了，就变成那个梯田，而且把上游的那个水沟他给你截下，这个水可以灌溉梯田，灌溉这个平地六七百亩，到现在都还是最好的一片土地。这第一件事，我说呀，一个领袖的成长，领导人的成长。第二件事干什么呢？他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有个地方搞沼气，挺好。为什么呢？人畜粪便可以变成燃料，点灯做饭都可以，而且呢，粪便还消了毒之后，使在地里更好。他就自费去学了半个月，回来领着这村里搞沼气。到现在那沼气管子，沼气就是把那个人那挖个池子把它修好，它然后封起来，用管子引到这，它就一些技术嘛，就可以做饭了。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柴火都成问题，但有了这个，它解决了很大一部分柴火的问题。哎，结果做好这件事是1975年，就文化革命结束的前一年。当时呢，就成了个典型，山西省就在这个地方，它又是个知青下乡的典型，就开了一个现场会，推广农村沼气，就成了一个省级典型。推广完了之后，到了下半年，那时候大学不考，叫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谁表现好让谁上大学。那他这肯定是最突出的典型之一了，就推荐他上清华，他也很高兴。结果到临走的时候，不想走了。那个我刚当了书记，才一年多点儿，我还没干够，我还没有多少成绩，我就走了，就流着泪不想走。就这个老书记就劝他，说你这个娃，你太傻了，我们想找这个机会找不到。你要这么好的学校让你去上，你对我们有感情，我们知道你毕了业之后可以再回来为咱贫下中农服务，为改变环境。所以一下子他想想也对啊，毕了业学到本事了，那不是服务的本能更强了。然后就去了，临走的那一天，的全村人倾巢出动送出他十里地区，那真是恋恋不舍，依依不舍。最后有十来个年轻人给他帮着背着行李，拿了脸盆送出了40里地区县城里去坐那个公共汽车，然后坐上这个车待到那个延安坐火车回北京。到了县城的晚了，这一天的车没了，就在马车店里睡了一晚上，十来个人挤在一个那大通铺上，说说笑笑的。到街上早上有一个人提议，哎，还有点时间，咱们照张相做个人。我说好啊，习近平又要掏钱，那说不行，那农民非常不是，我们送你，我们掏钱，一个人大概凑了5-6毛钱，十来个人大概5-6块钱，照了一张合影，送习近平上学的合影。我们去的时候家家户户挂得这么大那是我就这把他送了。那5-6毛钱什么概念？农村一个农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是我不是说生活费，就是零花钱的费，就是除了吃饭之外，这5毛钱当时就够一家子花的。买一斤盐2分钱，买一斤酱油2分钱，买一个鸡蛋2分钱，买一斤猪肉4毛钱，是不是？你还有什么？买点柴火，买点煤1分钱。他是这样，那确实够花的。那对一个农民来说，是花了个钱。完了之后，习近平回来。习近平回来之后，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文化革命就早就结束了好几年了，知青也都反常。就不扎根农村干革命，改田换地，改变农村了，政策调整了，所以他就回不去了。回不去干什么？当了给谁呢？给国防部长当秘书。
他这个大队支书啊，大队支书按照级别的话算个正连职的，哎，给国防部长耿彪当秘书。耿彪呢当时有三个秘书，一个是一个老的，大概是一个正师级干部，一个是他老婆管生活的，也是军人嘛，再一个就是习近平是个年轻的。结果这秘书当了两年，就出了什么情况呢？全军整编，那裁军100万，那就是对领导的秘书有规定。你像耿彪这国防部长级的，只能有两个秘书，一个工作秘书，一个生活秘书，这样不就多了一个吗？多了一个裁谁？那个老的正师级干部已经两三年，马上因为这个按他那个编制可以调到副军，那马上就要调副军了。你把他调走了，人家干了一辈子，最后你把这个机会就葬送了，这肯定不能走。那还有一个他老婆总不能裁了吧？是不是？那习近平就说：“那我走。”这就拔了军装了。拔了军装，这个时候就面临了一个重大选择，这个选择与彭丽媛有关了。拔了军装干什么？这个时候习近平的老婆就想想到国外去，他那个老婆不是现在的老婆，叫可平平，是原来一个中国驻英大使的女儿，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然后30年代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老革命，那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熟悉的，有6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啊，非常优秀的。当时习近平回去之后呢，一个清华大学学生，就是国防部长的秘书，这个结婚了。但是就这个时候呢，干什么去？他家里就想让习近平到国外发展。留学，留学，这80年代刚打开大门，比现在留学那热厉害多了。那真正有点名堂的，那都跑了，就是这。习近平怎么选择的？下乡，干啥？到了咱们河北正定去当县委副书记，这就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家里说：“你这为什么又这样选择？刚从土哈拉里挖出来，你又回到土哈拉里去了。这人真是不可救药吗？”他丈母娘就对他非常不满意，最后就逼着他姑娘给习近平离婚。这一离不得了了，一个娘娘没了。不是娘娘，是皇后。不就这样了吗？他又到这个县里去，然后一当时选择下乡的只有两个高干子弟。就那是名，一个是他，一个是刘元，就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少奇的儿子在后来在河南省当了副省长，他一开始比习近平进步的快。这样一弄就是下了乡，军籍没了，老婆也没了，那怎么办？好好干活吧。在正定干得不错，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彭丽媛介绍了对象。彭丽媛那时候名气比他大多了，直到习近平回到中央之前，彭丽媛的名气比习近平的名气大。一说这是彭丽媛的老公，没有说这是习近平的老婆的，是这样的。他在80年代就是成了著名的歌星了，属于这样的。而且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彭丽媛家里不同意，为啥不同意？说这高干子弟，他家里那个样子，咱就这一个闺女，咱舍不得让这闺女受委屈。是不是？彭丽媛的父亲大概是山东运城的宋江宋亚子，那个县的文化馆的馆长。他妈妈是一个教员，和大概也是个干部，教员就这一类。这个闺女不舍得受委屈，所以就不大同意。后来彭丽媛就说了：“你说我爸爸不同意，怕高干子弟欺负我。”习近平就说：“哎呀，他说你没跟我接触，我家的历史，你也是农村的，我爹就是从农村出来，我爷爷就是个农民。哎，我去给你爹妈做工作，后来一个工作做通了，一看这人这么朴实，还这么含蓄，还这么哎，反正一见钟情了就，啊，就完了之后，这不就成了？”
成了之后，一开始生活，回习近平在河北，后来到福建，在这个县里，在市里，在干事情。那彭丽媛呢，是在北京，在东正歌舞团，东正歌舞团，一个演员，一天到晚演出，俩人是聚多，离多聚少，习近平，但是呢，山东呢，媳妇儿有个特点，就是只要嫁了个老公，就是那一心一意的，很从一而终的，有那种感觉，而且呢，就是扶持老公，这都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没有说是当家多主啊，或者说当家多主是扶持人的，扶持老公的，要让老公干好事，看着老公，习近平个子很高啊，习近平个子很高，那盖了个被子，老了个夹子。他就跟他妈说了，说他妈呢，山东人可以做那个大棉被，给弄了个结起来那个布，做了床大棉被，用那个新棉花给这姑爷，这个被做的他妈很，那六七斤重或者七八斤重，反正是又暖又大又暖和。彭丽媛要给他送过去，怎么送啊？那时候钱都少，就是咱出差的时候送过去，然后就背上这床被子，赶上出差，先到东北。然后到西北，然后从西北飞到福建，一路就背着这张大被子，千里迢迢的给习近平把这被子送过去。有一张照片，就习近平跟彭丽媛靠在床上，就是盖着那床被子暖和的，习近平高兴的不得了，说这老婆真好，是不是？就是这样走到今天。要说是这两个第一夫人谁厉害啊？我说奥巴马的夫人差远了，差远了，无论论形象，论气质，论能耐，那咱们第一夫人是怎么培养的？那是专门一笔一画的抠出来的，那在舞台上的动作，一举手投足之间，那是经过训练出来的。他有这过程吗？没有，所以他是个土的。昨天那个尽管是第一夫人，也是个土的。昨天那个任老师老说啊，对，我想起土鳖。美国人他是个土的，咱们第一夫人是经过正儿八经的训练出来的，他是艺术家的训练。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彭丽媛就是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压轴的，每一次重大的国家级演出，彭丽媛一定是最后一个。就是包括那时候，习近平没什么影响力，那人家是靠真本事，那是中国第一个科班级出来的音乐领域的叫博士生。所以现在那随便抓个都是博士，那些唱歌的跳舞的，您的那些著名大学都要送的博士。就说彭丽媛很看不上，他说我这是正儿八经的学出来的，你们就是他妈有了名送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那学出来的是，那一举手投足之间，那些每一个动作出来，那都是经过艺术化的加工修炼出来的，时间长了成了一种自然的品质。你就看到俄罗斯一亮相，那这一站，那一跨的习近平那个胳膊，那你就看看，那电影上都找不到那样的动作，对不对？泱泱大国的第一夫人，我们今天我们感觉到一种自豪。那奥巴马呢？奥巴马的老婆呢？领着他妈和他这个孩子弄了来，到中国吃了一路。完了之后还说他妈的打赖好，是不是？回去就说打赖好，这什么狗东西，连基本的礼节都不懂。咱不说其他的，我说不在于丑和美，你要懂事儿。他不懂事儿，是不是？你到中国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在中南海请你的客，自个儿够高的了吧？然后陪着你在中国吃了一圈，你回去他妈就说中国那个分裂中国的人好，你说你是人吗？就凭这他一钱不值。当然对美国来说，他可能是为了适应美国的利益，但是我觉得做第一夫人不能做成那样。你至少你想想，人家
咱们中国是友好对待。你说你就是说逼着你说那个打赖好，你得过几天再说，你不能回去就说。哪有人家给你好吃好喝，你啪一个耳光子打过来，那叫人吗？那叫畜生。来吧。做人要做主，做第一夫人要做彭丽媛，不要做奥巴马夫人。可能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一个这个提问。就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大学生嘛，就是很多就是能够看到很多同学，一个是玩命的玩游戏，还有就是对专业学习也是应付了事，就是能力也没培养，然后专业技术也没学到，还有一些就是学校中的优秀的学生呢，他们也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能力，专业也学得很好，但是他们就是一心想着自己的事情，对于国家民族呢也不怎么关心。就是我想问老师，就是如何看待这一现状，以及二三十年后待到我们这辈就是要成为社会的主力军的时候，能否担涉起这种国家这种重任。谢谢老师。非常好，非常好，这个责任感、责任感、使命感的一代年轻人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你说的是三个情况，一个是那些不学习的怎么看，一个是那些尽管很学习但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设计的怎么办，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些关心国家设计的将来如何担负起国家设计的这种使命。教我说呢，这三种情况可以一锅烩。怎么会呢？就是不管你学习的不学习的，愿意担负的不愿意担负的，这个世界的明天肯定是你们的。我们就是毛主席说的呢，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吧？这一点都不什么，毛主席那一代那么如此的伟大，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是不是？那到了邓小平他们这一代也就过去了，到了胡锦涛也过去了，现在的习近平他们这一代，文化革命的时候那都是下乡知青十五六岁的孩子，那当时下乡的时候，刚才听见习近平很调皮，人家我去一个孩子说，哎呀可调皮了，那十五岁刚来的时候我们瞪着眼睛这样看他，因为都是北京来的，那个山沟的见了很稀罕了，结果他一顿蹲下干什么呢，从地下抓起来一把雪，一下子就给人家飞到脖子里去了，孩子哇就跑了。就说人们都经历过这么一个时代，都经历过那么一个阶段，那不学习的我觉得呢，你现在应付了学习，将来人生就会应付你。实际上人生呢有没有运气，有，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最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区别呀，就在于你不断努力积累的水平的区别，靠其他的靠不住，其他的都会变，但是你不断积累你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这个是不变的。你走到哪里，你说句话，你办个事儿，一看哦，这个可以。你就是不管是共产党还是资本家，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人家肯定是用的素质高的。所以说不学习的肯定最后的结局是这样，除非他家里就是养那么一个寄生虫，家里的条件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肯定是这个情况。所以学习的是对的，但是学习对国家和社会不太关心的人多不多？多。为什么？芸芸众生也可以理解，但是呢希望在这个状态的人呢，你做个好人，你做个好人，都做好人了，我不管国家，那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国家，理想的社会。如果都不做好人，都不愿意干活，都去投机取巧，都不愿意去帮助别人，都不愿意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这个国家和民族它就是该灭亡的。不灭亡他灭谁呀？都是些人类渣子，你不灭亡他灭谁呀？所以说我们都做好人，都做正能量，不管你是我口头上有没有国家和民族，
你哪怕我只为个人，只为家庭，只为老婆，只为孩子，甚至只为自己，你别伤害别人的利益。你能帮助别人，你帮助别人一下，那我们这不就是一个好社会吗？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从现在就有一种远大志向，有一种理想抱负，哎，而且呢，把个人的事业跟国家的前途连接在一起，怎么办？怎么办？也是从小事做起，也是从小事做起。我们自觉地把自己跟国家民族连到一起，一点一点地积累自己的能力，积累自己的力量。现在呢，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说，你可以进机关当官员为国家服务，你也可以进企业做员工做领导为国家服务，你还可以自己创业为国家服务。你比方说华为，我们有的可能用着华为的手机，华为它是一个民企，个人创业的这么一个企业，它现在是世界第一的电器制造商，我说压过美国，而且前几年就是，但是咱中国人有一种想法，出头串子头前来，咱就不当这个第一，每年年底就是减数字，减成世界第二，让美国当老大。为什么呢？这样有利于避免别人打你。就这样，美国还是非常精明，一定要打，一定要打，竞争不过你，靠政策打，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就发现，他打也打不了，打不了干什么呢？我说什么打不了？下一步买手机肯定不是三星，肯定应该是华为的。为什么呢？华为的核心芯片是自己研制的，已经在性价比上，包括在功能上，超越了美国最先进的核心芯片，而且1900块钱，这是我听一专家说的，非华为专家，不是做广告的，是吧？那就这样的，我们就看到它是什么？它是在引领世界前沿，包括在程控机，它的原来做程控机，就我们过去打电话，最原始的是一根线接一根线，再往后是要交换，那电话小姐插塞子，嘣嘣嘣插到这儿，插到那儿，再往后是自动拨号，不精致，叭叭叭叭叭，这种机械的，再往后是计算机控制的。华为就在这个领域里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呢，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农村保卫城市。一开始中国的这些行军地都是西方国家占领的，华为没有市场，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村保卫城市，建立农村跟余地，最多多的城市。怎么办呢？县一下，县级单位没钱呢，咱自家的性能又好，又价格便宜，县里一用，哎呀，这个太好了。一个说好，大家都用，这自动化的不用那个电话，那插塞子的电话员，过去得有那么两三个值班的，现在不需要了，按照那个放在屋里撩着它，你什么时候拨电话都是自动的，就像现在这么拨电话一样。所有的县城占领了，因为这是西方国家强国没有占领，中国是，我说这是在中国，占领了这个之后，占领地级城市，然后再占领省级城市，然后再占领北京大城市，夺取北京，最后把西方国家基本赶跑，原来六国西方啊，最后基本都退出。为什么？你没法给他兄弟，他都太厉害了。当他占领了中国之后，占领全世界，怎么办？还是伟大的一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建立农村跟有地，农村保卫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懂不？先到非洲去，先到印度去，先到南美去，这些国家他钱少啊，咱们就钱少。而且性能还好，而且咱服务还周到，还热情，还细致，高于西方的。占领了第三世界之后，再占领第二世界欧洲，占领第二世界再占领美国，占领美国的时候，美国用贸易壁垒挡住你，调查你说你那个任正非曾经当过兵，一定是军方的来攻占全世界。美国人的阶级斗争观念是很强的。但是挡住了吗？没挡，挡不住的世界第一。我们想想，我们
从草根创业到发展这种程度，这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千千万万这样一些创业者，这样一些劳动者，在创造财富，创造未来，创造领先于世界的业绩，来实现我们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所以说，怎么去为国家服务，为未来服务，担负起使命啊，在你的本职岗位上把它做到极致，超越世界先进水平，那你这就是伟大的。包括搞政治的、搞经济的、搞军事的、搞一切事业的，一个国家它要自立于民族之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走在世界前列，那必须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呀、啊。你连个电焊你都搞不了，一上去之后就那钢板就没了，就变了。你做饭老用那个臭肉，是不是？你学习老在那儿，一到考试的时候你就作假，什么东西都作假做到极致，这样的民族你不灭亡谁灭亡？是吧？这样的未来，你有前途吗？你一定是个地狱，对吧？我就讲这，谢谢大家。